第一集向导秦云竟被神级哨兵暴君莫舍里强行标记，从此开启没羞没躁的伴侣生活。作为一名低级向导，连精神体都没有的秦云几乎与普通人无异。为了早日在首都星武环买房，每次上前线干活充满了干劲。传闻帝国的皇帝陛下莫舍里是个暴君，登基不到一年已经连续攻占了7颗小行星，包括目前秦云所在的巨星。皇帝明显有达满26颗行星，然后召唤神龙的野心。秦云的军队正在执行战场收尾任务。 此时，少将突然告知，后勤那边传来消息，说有不明飞船登陆巨星，运输舰已经被激活，对方的船舰开启了屏蔽器，且求援信号刚发出去，就算从最近的航空站增派人手，也要4个小时。秦云带着几名队友前往侦查，发现入侵者竟是奥林匹斯联盟的军队，他们只有一艘船舰停住。哨兵约有500人，为探测到疑似高级向导的作战人员，队友正通过无线电上报情况。刚汇报完毕。 突然，秦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攻击，他立马给众人撑起精神屏障，是高级向导，而且就在他们附近，情况危急，秦云大喊着自己先拖住那个高级向导，让队友们立即分散撤退。秦云为每一名队友包裹上精神力屏障后，队友沿着4个方向犹如离弦的弓箭般射出逃走。此时，秦云的精神力几乎被抽干，他立马骑上摩托战车飞奔离开，对方的思维网紧追不舍，眼看着要触碰到秦云，突然秦云头顶有飞行器划过。 他以为是高级向导，刚想掉头就听见轰隆一声，那个看上去无比高级的玩意就这么头朝下的栽到了地上。秦云嘴角抽动，颇为无语的看着眼前那架贴满了水钻闪闪发亮的飞行器。飞行器的天窗砰的一下，从里面被人踹开，紧跟着探出一张半边都是血的脸。从飞行器走出的男人长着一头金色耀眼的长卷发，秦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股精神力电流攻击，瞬间痛到他抱着头跪到地上。男人居高临下的望着秦云。 只见聚齐一束精神电流，自己人。男人自言自语。秦云睁大了眼望去，才看清楚那人胸口的帝国徽章。男人皱着眉，抽动了几下鼻翼，低级向导，没有精神系，废物。男人不停的鄙夷。秦云不由得恼了，回怼一句：“你礼貌吗？”突然，秦云感觉到一股让人发毛的力量逼近，是对方的高级向导出现了。只见对方的精神力往直直的伸向金发男人。秦云赶忙出声提醒，话没说完，只见金发男人一个闪身穿过秦云。 单手掐起那个高级向导的脖子，提在半空中，那名向导拼命挣扎却无法撼动一分。金发男人嫌恶的说道：“感应到强者就迫不及待的想结合，随即将高级向导甩到地上。那名向导就像一滩水似的软在了地上，脸上一片红晕。秦云看傻眼了，简直搞不清现在是什么情况。结合热发情了，男人嫌恶的说：‘你是哨兵？你的精神体呢？你以为我和你一样？给我闭嘴！’低级向导秦云不禁心里吐槽。” 这男人说话真是让人火大呀！秦云没遇到过结合热，但他明白这种情况对向导来说有多痛苦。他让男人处理一下，男人只一脸关我什么事的表情盯着他。秦云腹诽这人脑子被撞坏了，没学过宇宙向导保护法。秦云耐着性子跟男人解释：“所以呢，你的意思是我必须……”秦云尴尬到一半，突然反应过来：“你有专属向导吗？”对方顿感有种被戳到痛处的味道，不耐烦地回道：“没有，我想也是。”哨兵有了专属向导，怎么可能单独行动？ 绝壁全天24小时的要把人绑裤腰带上，此时秦云一定想不到，以后他就是那个被绑裤腰带上的男人。秦云眼看男人不想帮忙，只好问他有没有带平衡剂。男人懒洋洋的回到座位底下有个箱子，秦云扒拉出一只金属医疗箱，箱子面上贴着男人的证件照：“夕照，你叫夕照。”秦云喊了一声“男人”，结果被唤作夕照的哨兵直接无视般转过头去。秦云顿时头冒十字。 再次吐槽着男人肯定是凭实力单身的，给地方向导注射完平衡剂后，秦云将对方绑好放在一块岩石边上，眼冒金光。因为按照宇宙向导保护法，由于高级向导的稀缺，被俘的高级向导都会被归属博弈高额资源或相应条件赎回，这是笔巨款。回头地面清理部队来回收时，不知又能给他们的队伍多少奖励了。秦云正想联系部队，却发现通讯器已经坏了。他想起之前发出的求援信息。 突然意识到夕照的到来是不是就是救援？夕照没有回答，他望着远处，突然一把拽过秦云的衣领，问他敌军的宇航舰在？秦云惊诧，问他想干嘛？你说错了。只见夕照用手撩开左边的头发，随即露出他那只金色的左眼。秦云呆呆地看着他的瞳孔慢慢竖成了一根细长的线。我不是来救援的，我是来杀人的。放我下来啊！秦云整个人被倒挂在夕照的肩上，他的胃被顶得痛得要命。你这个神经病啊！ 下一秒，他便被夕照大力的抛上天，体验了一次无实物云霄飞车。夕照抽出一把近2米的黑色巨剑，刷刷砍倒了对方一大片哨兵，接着脚下一个爆射，正面接住了掉下来的秦云。
秦云顿时有一种灵魂离体的感觉。夕照在几个灵活的跳跃，秦云刚好把昨晚的夜宵都吐完了。夕照一脸不耐烦地把秦云放到地上，大喊：“吵死了！再吵我就扔地上拖着走。”秦云立马表示：“你这样完全不控制情绪，意识云乱的不像样。”并试着探出思维触手：“我可是专业治疗狂躁症20年。”话没说完，突然身后传来一阵突突突的枪声，夕照立马横抱起秦云飞奔离开。冷静点啊！秦云感觉自己的腰都快要被折断了，他毫不犹豫地将神经触手探入夕照的意识云，想安抚对方的豹子。夕照的神情瞬间变得诧异极了，刷刷解决掉面前的敌兵后，他一脸若有所思地看着秦云，然后调整好姿势，单手将秦云像小孩一样托抱起来。那啥，我术理技术不错吧？秦云弱弱地开口问道。夕照没有回答，只是冷冷瞥了一眼。秦云立马反应过来，继续操控思维触手勤快地疏导着对方的意识云，但和他之前接触的哨兵不一样，夕照的意识云强大到了不可深测的地步。秦云的触手一直深入，精神力逐渐被抽干，这时却发现怎么也停不下来。此时脑海里响起夕照的声音：“够了，停下。”夕照发现秦云没有反应，不得不出声提醒：“停下，你要晕过去了。”秦云猛地收回触手，大口大口的喘气，整个人疲惫的快要晕过去了。夕照有些不耐烦的啧了一声，然后伸手掐住了他的下巴：“你是来拉屎的吧？”夕照的信息素温和的试探着秦云的意识云，结果秦云的思维触手又慢慢的伸展开来。夕照黑了脸，捏住秦云的脸说：“我都说够了，你想死吗？给我收回你的触手，我看你一直在我嘴里舔，明明我按摩很舒服啊，干嘛要停？”夕照气得脸冒十字，见状就去扒拉秦云的衣服：“我看你是想被完全标记是吧？”秦云这才反应过来，大喊着：“我错了，我错了，不要扒我衣服。”夕照将秦云安全送回后勤营，秦云的战友扑唧唧的扑上来，大喊着还以为再也看不到秦云了。突然战友像意识到什么，他推开秦云大声质问：“卧槽，你被标记了，哪个王八蛋干的？”秦云不由汗颜：“这个很明显了，得了吧，你不知道这个哨兵的信息素有多强，都引起我生理不适了。”远处星空下，夕照站在高处上，看着底下奥林匹斯的宇航舰，手里拿着个贴满水钻的 Hello Kitty 手机。只见他对着手机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一个不留。”地心舰，帝国最年轻的将军斯卡特正撑着下巴观赏皇帝换回他的统领制服：“还好我有先见之明地戴了新面具，自从内阁知道你私自行动后，首相家里的茶具大概又要换一套全新的。”斯卡特带点得意地说。换好制服的皇帝陛下莫舍里优雅地坐下，银色的面具刻着精致的花纹，遮住了莫舍里的左半边眼睛。柏林又想倒什么幺蛾子？莫舍里看向斯卡特平静地问道：“这个你要理解，毕竟内阁的首要任务是要将掌握在手里的六成高级向导中的，随便哪一个送到你床上。不过他们看来要失望了。话说跟你标记的那个小甜心呢？你怎么不一起带上来？只是最初级的精神标记而已，半个月后就会自动解除，更何况他也不是什么小甜心。老实说，那人的个子跟你差不多了，将军。”话说完，莫舍里掏出个贴满水钻闪闪发亮的笔记本，开始搜索起秦云的信息。斯卡特在一旁看了不由吐槽皇帝陛下怎么还在用着地球时代21世纪的古董，然后便看到了电脑上出现秦云的信息。当看到最后一栏写着精神系无时，整个人都炸毛了。你想杀了这家伙吗？精神标记，他没疯掉。斯卡特反应过来，秦云好好的真没疯掉。莫舍里面无表情的看向他，斯卡特尴尬：“行了，别这么看着我，你知道我为你擦了多少次屁股吗？”说来听听。莫舍里双手托着下巴，一脸很感兴趣的样子看着斯卡特。斯卡特当场被噎到，假装轻咳两声：“好吧，说正事，你要知道，就在半小时前，奥林匹斯以向导宇宙保护法的名义，向我国提交了交换战服要求以及向导结合申请。他们的高级向导在战场上被迫引发了结合热，而匹配的哨兵却没有履行责任。他们已经在皇宫等着我们了。”责任？莫舍里嗤笑一声，他自己控制不住信息素，关我屁事。斯卡特翻了个白眼给皇帝陛下：“别开玩笑了，你难道真的打算回关我屁事四个字？现在已经不是几百年前的地球法律了。玄宇宙向导保护法规定，一旦向导对某单身哨兵的信息素产生结合热，那么某哨兵就必须对产生结合热的向导实行标记。这就叫，既然我强迫了你，你就必须要和我在一起。”莫舍里一副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他那可爱的将军。画面一转，地心上，帝国上将崔斯塔纳正在休息，突然屋外传来巨大的轰鸣声，把他整个人炸得跳起来，跑出窗外，边大叫着：“是不是奥林匹斯打过来了？”当他看到那熟悉的飞车时，他立马意识到来这是谁了。帝国第一大臣林栋梁一脸歉意地挠了下后脖子，崔斯塔纳倒也不介意，贴心地奉上热茶，
林栋梁一脸凝重地看着他说，奥林匹斯的代表跟内阁的那位已经到达皇宫，我们最好马上出发。刚从床上被轰醒的崔斯塔纳无语望着他，你确定要我顶着这样的造型去撕逼吗？两人穿戴整齐后出发来到皇宫，这时崔斯塔纳像想起什么问林栋梁带平衡剂没，毕竟皇帝陛下的信息素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幸好林栋梁早已备好。皇宫里，内阁首相柏林夫人带着向导学院首席保利也在此等候。崔斯塔纳在看见保利时眼神冷了下来，林栋梁察觉到他的变化，于是出口询问，你认识他？崔斯塔纳一脸严肃地回道，向导学院首席保利，能力评分 S 级，向导军部之前多次拉拢过他，可惜现在来看这位向导之不在此，他的野心似乎还要大一点。皇宫里，奥林匹斯使臣情绪正在激动地演讲，哦，可怜的图恩，他就被这么扔在了战场上。陛下，这可是违法的。陛下，莫舍里表情真诚地看着他们，是的，我也对此深表遗憾，看来十亿星币确实配不上这位高级向导的地位，希望等下你们离开的时候不要忘了再补20亿星币赎金。公关大臣大概没料到皇帝陛下会无耻到如此程度，他被狠狠地噎到了，不怎么甘心道，陛下，我听说你也刚刚从巨星回来啊。没错，莫舍里点头，想必大家都看出来了，我还做了精神标记，不过他看向那只羚羊精神系的向导，讥讽地笑了笑，跟这位高级向导并没有关系。公关滑稽地瞪大了眼，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图恩，后者唯米地点点头。其实不只是他，保利从莫舍里进来后就开始面泛红晕，虽然看得出极力克制，但他的精神系那只骄傲的白色孔雀早已被陛下恐怖的信息素击得浑身颤抖，他现在肯定后悔没把精神系隐藏起来了。崔斯塔纳悄悄对着林栋梁咬耳朵，他幸灾乐祸道，没遇到神级压制前根本就不懂，幸好陛下已经做了精神标记，要不然他肯定跪在地上求着调教。等待许久的柏林夫人终于抓到了机会，急不可待地表示要那位给莫舍里做了标记的向导必须经过艾佛里欧学院的审查。没想到的是莫舍里竟然轻松应下，接下来却说自己不认识他了，让内阁自己找去。这时奥林匹斯的使臣急了，等一下陛下。奥林匹斯的使臣激动道，我们有着神级向导的基因，赫鲁大人再世时增许诺。话没说完便被莫舍里平静地打断，他脸上的面具泛着冰冷机智的光泽，我才是帝国现任的君主，而他也不是你们的，别妄图想用这个法子像控制赫鲁一样控制我。公关大臣顿时被莫舍里强大的气息吓得不敢出声，想必你也听说了我的一些传闻。莫舍里笑了笑，不应该说那些并不是传闻，我承认。皇帝看向众人，心情愉悦的道，我确实是个暴君。秦云正一边刷牙一边跟他的小伙伴视频，屏幕里沈卓凡正想问他有没有休假，就看到一只圆滚滚的橘猫跳到了影像前。甜心，你给我下来。小伙伴沈卓凡气得上手把换作甜心的小肥猫扒了下来。秦云温柔地笑了起来，好了甜心，我等下就去看你。没想到甜心似听懂了一样，乖巧地收起了爪子。沈卓凡不禁吐槽甜心吃里扒外，都不晓得平时到底是谁在养着他。一抬头便看到正在更换衣服的秦云，背后浮起了巨大的精神标记图腾。怎么了？秦云此时已穿好外套转过了身，沈卓凡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了一口气说道，算了。沈卓凡在首都闹市区开了家宠物猫舍，秦云算是个二老板，只要碰到军队休息都会去帮忙，来得太慢了。沈卓凡抱怨道，一会儿把甜心搭理宝贝儿洗了，他们三个太能折腾。秦云边撸着甜心边点头答应，跟我回家吧甜心。秦云抱着甜心来了个贴贴，甜心舒服地眯着眼仰起脖子，你带回家了不还是我养，一年都着不了家几天。沈卓凡不由吐槽起他的小伙伴，两人很快将秦云带来的差点让人倾家荡产的黄金海兔炖肉吃光。秦云突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长方形金属盒子说，这两个月的平衡剂你情况比较特殊，这种比较难搞，省着点用啊。沈卓凡一脸愧疚地看着秦云，他要的平衡剂非常特殊，凭秦云低级向导的身份原本是铁定拿不到的。秦云拍了下沈卓凡，表示自己即使没有这事也是要上战场的，所以不用觉得对不起他。沈卓凡叹了口气，他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也只是张开手臂将秦云抱进了怀里。另一边，柏林夫人又来给我们的皇帝陛下拉皮条了。只见他带着艾佛里欧向导学院的首席保利等候在莫舍里经过的走廊上，莫舍里似乎并不意外他会挡住自己，他的目光落在柏林夫人身后的保利身上，露出个意味不明的笑容，看来您年纪大了，忘了之前送来的几个都是什么下场吗？保利不同，柏林夫人自信道，他是最优秀的。莫舍里挑了挑眉，是吗？听到皇帝的问话，保利深吸一口气，他强迫自己抬起头，尝试着向对方探出四维触手。莫舍里并没有避让的意思，但是少女的触手在离他只有一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作为普通人的柏林夫人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他皱着眉担忧地唤道，保利。少女目光呆滞，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他想要上前拉过对方的胳膊，却被林栋梁阻止，如果不想他的脑子彻底坏掉请千万不要碰他。
还有，您最好叫医生过来。柏林夫人一脸惊恐地呆在原地，而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宝莉的四维触手早已碎成了一片片的羽毛，缓缓飘散在空气中。秦云刚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便看见夕照斜斜地坐在他家的沙发上，身旁还放了一只等人高的巨型黑色兔子玩偶，他不由当场炸毛，你是怎么进来的？夕照淡淡地瞄了秦云一眼说，很简单，只要权限够高。秦云头冒十字，心里不禁又开始吐槽起来这万恶的等级限制，随后操起他练就了20年的职业微笑，委婉地表达他要睡觉了，你可以走了。当然，可怜巴巴的低级小向导又怎么斗得过神级哨兵？画面一转，秦云已经被夕照压在床上乖乖就寝了，嘴里还凶巴巴地喊道，你睡过来一点，让我吸点向导素。被等级压制的无法反抗的小向导秦云只能麻溜地滚进哨兵怀里。没想到的是，夕照很快就睡着了。秦云抬头看着他那俊美帅气的脸庞，心里不由想起以前就听说过，精神标记完的哨兵会变得很黏自己的向导。高傲如夕照这样的哨兵，虽然嘴里凶巴巴的没几句好话，但身体却很诚实的表示他需要秦云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入睡后，两人的信息素不自觉便交融起来。秦云迷迷糊糊间，下意识探出思维触手，熟练的伸进了夕照的意识云。秦云一睁开眼，便看到整个意识空间里漂浮着形状各异的黑色碎片，到处是满目苍夷的痕迹。秦云知道那是狂躁发作的后遗症，而这样的精神状态可不是一般的不妙啊！广袤无垠的荒漠大地，远处巨大的沙丘发出耀眼的光芒。秦云走近一看，在铺满了一大堆闪着银色光芒的圆盘上，盘着一只黑乎乎的不明巨兽。那疑似巨兽的尾巴下压着的是今晚夕照拿过来的布偶裤。正当秦云想看清那庞然大物时，他突然惊醒过来，一整个晚上过度使用思维疏导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现在他连一根手指也动不了。夕照二话不说捏住他的下巴，给他来了个深度交流的贴体。结束后，秦云感觉精神力饱满，非常满足。秦云被亲得浑身舒坦，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他回味着刚才的信息素，大脑终于清醒了点。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夕照会和自己做标记。你是高级哨兵吧？秦云小心翼翼地问。 S 级的。夕照看了他一眼，弯腰套上军靴。秦云不死心，艾弗里欧学院没给你介绍对象，应该有不少向导愿意跟你标记吧。夕照的脸色不怎么好看，你不想跟我标记？也不是。秦云顿时感到一阵恶寒，瞬间感觉他要是说出一个不的话，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军部的休假已经到期，秦云开始打包要带走的行李。夕照无事可做，却也不帮忙，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摆弄他那只无敌华丽的古董手机壳。你不用回军部吗？秦云边收拾行李边问他。我自有安排。夕照头也不抬地回道。此时电视里正循环播放最近关于埃塔星的战事。作为奥林匹斯星球的第三要塞，埃塔星主要由一种高智慧的鸟类人驻守。他们数量并不多，只有雄性，拥有非常高的精神力，战斗力却不强。奥林匹斯名义上为他们提供军需设备，但私底下有什么动作连帝国都不清楚。奥林匹斯的人口只有帝国的五分之一，但向导的数量却是我们的两倍。秦云皱着眉，他们连巨星那种小地方都舍得派高级向导去。神级向导计划。夕照看向秦云，奥林匹斯宣称他们拥有神级向导的基因片段。秦云愣了愣说，这么机密的事情告诉我。夕照冷笑一声，你信？既然他们这么说，那肯定是有底气的。夕照哼了一声，我皇帝会孤独终老这个事实没有人可以改变。秦云，也没那么绝对吧，就算找不到向导，相爱的人在一起也总是可以的。相爱的人在一起。夕照嘲讽地笑了笑，然后呢？一个控制不住狂躁，一个深陷政治内斗，被迫伤害，被迫分离，连心爱的人也保护不了。如果是这样的相爱，那我宁可不要。此时的皇帝陛下不会想到，当这一切发生在他的向导身上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爱人，而是倾尽一切保护他。一个小彩蛋。楚燕，闭嘴。行了，我知道你想去找秦云，别吵了。不行，他会死。哎呀，好了好了，我去找他。你他妈哭个屁！这些乱七八糟的挂件，你只许带一样，自己挑。琼燕，你挑这么大一个水钻熊，是不是有病？正所谓夫妇同心，其利断金。今天我们的皇帝陛下带着他的小娇妻秦云，
提前来蜜月旅行了。此时秦云正鬼鬼祟祟地躲在一块岩石后面，底下是四条巨大凶猛的蓝焰鲨，这是帝国耗时最久，在墨舍里即位不久后御驾亲征才攻下来的地星原住民。秦云还没反应过来，突然就被夕照拽起，他纵身一跃，从高处跳下，吓得秦云哇哇大叫，双手勒住夕照的脖子。夕照一下跳到其中一条蓝焰鲨身上，手中的光剑直直插入巨鲨的身体里。你疯了吗？秦云快被自家哨兵的行为吓得魂都没了，但夕照很快察觉到力量上的不足。秦云见状立即探出四维触手，夕照感觉身体瞬间力量爆棚，刷刷两下就将蓝焰鲨巨大的头颅砍下。夕照从来没有体验过力量如此充盈，整个人变得兴奋起来，好不容易终于将那四条巨鲨搞定，秦云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他满脸都是汗水，躺倒在地上一动也不想动。这才四肢，你就不行了吗？夕照一脸轻松地问道。秦云累得闭上眼睛说，你以为用四维触手疏导这么容易？这个又不像信息素，舔一口就好。舔一口？夕照一字一顿的道。他蹲下来盯着秦云问，你舔过谁？秦云暗想，糟了，听说哨兵对与自己建立链接后的向导有着无与伦比的独占欲。他尝试着用四维触手安抚夕照躁动的意识云，耐心的警示道，你冷静点，低级向导一般在战场上要疏导多少低级哨兵，偶尔被舔一下也是特殊情况。我说的只是特殊情况，到现今为止真的还没人舔过我，以后也只让你舔。这答案勉强让哨兵满意。只见他伸出手，意味不明地摁住秦云的嘴唇，两人四目相接。夕照缓缓低下头，给秦云来了个深入交流的精神标记。结束后，秦云满脸通红，全身发热，心脏砰砰直跳，他感觉全身都不对劲。其实刚才后半段完全忘了疏导，只是单纯的和夕照贴贴。你在弄什么？夕照似乎没注意到秦云的异状，看秦云一直在捣鼓他的弓箭。我一直在练习把精神力做成箭矢，向导的精神力攻击范围十分有限，如果我射得准的话，也许可以远距离攻击敌方的大脑。话音刚落，刚成型的精神力箭矢维持不住形状，缓缓消散在空气中，果然很难。秦云不由泄气，夕照见此却若有所思，向导要把巨大的精神力量压缩进一个非常小的物体里，需要极高的专注度及精神力控制，你不应该只是个低级向导。夕照突然道。秦云对于这么直白的称赞有些受宠若惊，他不怎么好意思地摸了摸脸，但是我没有精神体，向导精神力的强弱决定了精神体的状态。夕照没有再反驳，他突然伸出手，轻轻地揉了揉秦云的头顶说，你不会比任何一个高级向导差，因为我是你的哨兵。一个小彩蛋，可怜的崔斯塔纳。您真甜呢，斯卡特，你连这门都来不及走，有什么急事？当然是急得不能再急的事了。大人，你什么时候才能跟我完成最终标记？喂，你们俩打情骂俏的时候能不能别无视我？记得关注再走哦。秦云自从接到埃塔星秘密任务后，便被夕照从早训到晚，虐得昏天暗地鬼哭神嚎，累得他中午和好基友一起吃个饭都能睡着。而好基友在得知秦云竟然只是在当哨兵的小弟后，也是气得拍而起，尊严，你在和我谈尊严？训练场内，夕照一刀砍断了面前的怪物，秦云在一边控诉着自己哨兵的某种行为，我也是有人权的呀，我没有精神体，这你都知道，你的精神体呢？既然都让我四维疏导了，为什么不给我看你的精神体？夕照却表情古怪地看着他，你想看我的精神体？秦云激动地点头如捣蒜，一脸期待地望着他。怎知道了晚上，两人坐着一辆里外贴满闪钻的飞行器，秦云满脑疑惑问夕照，不是给我看精神体吗？我们这是去哪里？塞浦路斯星河。夕照略带别扭地回答道。为什么看个精神体要跑到情侣圣地去？秦云惊讶地问他。只见夕照突然黑脸，有点气急败坏地说，我的精神体醒了，你有意见吗？秦云顿时不敢出声了。塞浦路斯原本是个岛国，也被称为爱之圣地，因为在夜晚的海边可以欣赏到全宇宙最美的星河，而让成千上万的普通情侣趋之若鹜。秦云他们到时沙滩上已经有了不少人，普通人虽然看不见精神体，不过不排除会有哨兵和向导的情侣。你在这儿放精神体没事吗？秦云担心道，会不会吓着别人？夕照这时找了个没人的礁石跳了上去，回头对秦云伸出手，过来。秦云担忧地说道，这地方太热闹了点吧，这么多人有点不好。话没说完，缀满星光的夜空下，一条身长20多米的黑色双翼巨龙骤然出现在眼前。秦云猛地捂住自己的嘴巴，转头看向四周，发现周围的人像没看到似的，反应很平静。我叫他重彦。夕照的语气平淡，就像在说今天天气很好一样，除了你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月悬当空，塞浦路斯的星河波澜壮阔，重燕撒欢一样的在夜空乱飞。他似乎很喜欢那些星星，总是伸出爪子去够他们，像是整只龙都睡在星河里一样。秦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看向身边，夕照闭着眼靠在礁石上，呼吸安稳的睡着。秦云看了他许久，才重新转过脸去。重燕落在了秦云的面前，用他的大脑门轻轻蹭了蹭秦云，然后伸出舌头舔了舔秦云的右脸。他扇动几下翅膀，从里面不停掉落各种闪闪发亮的挂件。秦云看着这似曾相识的手机壳，忽然想起精神体跟主人心意相通，所以之前那兔子玩偶其实也是重燕送他的礼。不得不说你真像了呀，秦云。秦云一脸害羞地跟重燕道谢，重燕将他围住在怀里，并伸出他那大脑袋让秦云摸摸他。你真是只漂亮威风的大家伙。秦云开心地用下巴蹭了蹭重燕的鼻子，重燕舒服地眯起了双眼，他干脆翻过身，让秦云也摸摸他的肚子。秦云边说着好好好，边伸出双手给重燕顺毛。看到这里，小编表示，身为一只长得如此酷炫的萌，你这么会卖萌真的好，不要他要什么你都答应，会宠坏的。夕照略带忧心地看着面前母慈子孝的画面，难得啦，平时他身边就只有你，也是很寂寞的。秦云略带伤感地说着，他回头看向夕照，说下次再一起来吧。塞浦路斯星河真的很美啊。夕照没有说话，突然伸出手抚上秦云的后颈，低声道，精神很好像淡了点，有吗？秦云转着脖子想看到背后，然后一个小彩蛋。陛下，如果我没有看错，训练室里那个人只是个低级向导。怎么了？陛下，低级向导无权绑定任何单独的哨兵，更何况您是谁？瑞斯塔纳，你是 2S 级向导，你能抑制我的狂躁吗？不，我不能，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可以，他是我的向导，我需要他。平时没事就该多上上网，不然连自家男票可能是个顶级高富帅都不晓得。诺舍里夕照伊萨，当今皇帝陛下的全名，唯一拥有神级精神体的哨兵。据传闻他的精神体就是龙。沈卓凡不由替好友的粗线条感到着急，秦云个憨憨前一秒还在跟小伙伴分享自家男票的精神体是一条龙的秘密，下一秒就被男票身份的信息砸得当场宕机。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到了皇宫。秦云站在皇宫大门前乱七八糟想了一通，大门处突然冒出老管家慈祥的笑脸，秦先生请进。傻乎乎的秦云紧张地对着光屏鞠躬，陛下，您的小向导很有意思。有意思什么？笨得要命。皇宫管家巴金把秦云领到一个房间，才刚打开门，重燕蹦跶着他那20吨的龙体将秦云扑个满怀。您看得见重燕殿下啊？是的，老管家感到满脸欣慰，自家主子终于不用孤独终老了。重燕领着秦云参观他的房间，房间四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水钻玩偶，地上更是铺满了闪闪发亮的金银物饰。重燕眨了眨眼，他半直起身用力抖着翅膀，然后一堆水钻挂件噼里啪啦地掉到了地上。秦云捡起其中一只水钻牛仔玩偶，上面的水钻东一颗西一颗，大小分布还不规律。秦云还在吐槽这玩偶的手工真烂，重燕兴奋地围着秦云转圈圈，结果不小心踩到一只金色的水钻牛仔，然后一堆水钻噼里啪啦地掉到了地上。少女心的巨龙立马嗷嗷大哭起来，别哭别哭，我帮你贴。此时另一个房间里，莫舍里手里捧着本结合热注意手册看得入神，一旁斯卡特神情古怪看着他家君主，陛下，您看结合热注意手册干什么？你还有什么事吗？莫舍里头也不抬，斯卡特只是想确认埃塔星任务准备带多少人，莫舍里却说他自有安排，无需担心。重燕的水钻牛仔不好吗？比之前莫舍里贴那个还要精致好看。重燕高兴的见牙不见眼，你不能这样惯着他。莫舍里站在房间门口看着一龙一人的温馨画面，像我就知道教育他什么叫适可而止。秦云盯着面前一大堆莫舍里亲手制作的水钻物件，脑里不禁飞现这位陛下大概是对适可而止有什么误解。画面一转，两人坐在豪华飞行器上面，秦云正在吐槽自家男票驾驶技术真烂，害他贴钻都贴不好。莫舍里立马炫了一手720度空中螺旋飞车，让老婆知道自己车速多牛掰。体验完自家老公的车技后，秦云一脸菜色问他现在是去哪。加西亚大公的府邸，莫舍里平静地回道，帝国最后的贵族加西亚。老加西亚并不看好赫鲁帝王，更加倾向于内阁执政，作为掌握了帝国一半军力的公爵大人，有他的扶持，内阁当时可谓是权倾朝野。直至莫舍里登基，老加西亚也变成了小加西亚。加西亚亚瑟拥有强大的兵权，不按理出牌的个人风格，原本也是跟他父亲一样更亲近内阁，直到他的向导出了事。那名向导是大臣林栋梁最看重的学弟，柏林夫人认为他动摇了内阁的政权，
故设计谋害他，原本打算让亚瑟精神崩溃，兵权旁落。只可惜那名向导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保护亚瑟，向导给他下了意识催眠，让亚瑟忘了他。但做过终生标记，怎么可能就随随便便忘记？亚瑟就算不记得他，也不会忘掉是谁害了他的爱人。那他最后死了吗？秦云沉默了许久，忍不住问道。不知道，就算没死，向导的能力也肯定没了。被注射了脑神经破坏剂的向导。 最终的后果都是一样的。今天宠物店来了位特殊的客人，元宝一看见沈卓凡，便粘在肩上不肯下来。元宝还是那么喜欢你，只有见到你他才不害羞。沈卓凡笑了，是吗？他在哪？还在我肩膀上吗？林栋梁没说话，他拉着沈卓凡的手放到元宝的头顶。可是，在沈卓凡的眼中，他依然什么都感受不到，以后一定有机会再见到的。林栋梁安慰着面前这位已经失去向导能力的学弟。沈卓凡摇了摇头，眼里却没有希望。 连你都治愈不了我的脑神经，除非真的有神级，但又怎么可能呢？林栋梁长久的沉默不语。我并没有怪你，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平黄氏就能保我下来的。沈卓凡不由握紧双手，眼里充满了担忧。只是这几年他还好吗？画面一转，莫舍里已经将飞行器停在公爵府外。亚瑟这几年一直靠着平衡记忆抑制狂躁，但情况仍旧越来越不乐观。他真该感谢他的向导，在最后居然还对他用上了意识催眠，要不然现在就不单单只是抑制狂躁这么简单了。 莫舍里面无表情地讲述着亚瑟公爵的悲惨往事，无法保护自己向导的哨兵，简直就是废物。莫舍里一脸冷酷无情，秦云不由在心里吐槽起自家老公，人家被棒打鸳鸯已经很可怜了，陛下您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吗？公爵府邸并不比皇宫小多少，管家侍卫普通的年轻男孩，秦云略微惊讶，总觉得管家似曾相识。再环顾四周，发现花园里的佣人竟然都长得极为相像，是我的错觉吗？ 我怎么感觉府上的佣人都长得很相似？秦云悄悄跟莫舍里咬耳朵。莫舍里平静地回道：“虽说把人给忘了，但潜意识里总有个魔障。加西亚这个姓氏，连灵魂里都刻了执着这两个字。亚瑟有着一头华丽张扬的火红色长发，眼眸是比发色更深的血红，英俊冷酷的公爵脸上带着阴狠，冷漠地注视着到来的两人。真难得，你居然会有自己的向导。” 他给你做疏导的时候没疯掉，亚瑟一脸讥讽地看着莫舍里，这与你无关。莫舍里神情冷漠，那你来这干什么呢，陛下？我来向你借人，要十个有暗杀经验的高级哨兵。亚瑟冷下脸，他盯着莫舍里讽刺道：“你真的相信埃塔星有所谓的神级向导基因？不惜要瞒过内阁的耳目，用我的冰帮你去行动？我不信，但我必须弄清楚奥林匹斯在搞什么鬼。那就你自己去，别打我的人的主意。” 亚瑟突然变得狂躁，一头通体漆黑的残暴雄狮出现在面前。秦云正想上前用向导力安抚对方，莫舍里却拦了下来，说：“他不会接受任何向导的精神梳理。”亚瑟猛地从一旁托盘抓过一只针管，眼都不眨地扎进自己脖梗处的静脉，像是感觉不到疼一样。他哑着嗓子阴冷道：“六年前我就不该同意他去帮内阁找什么神级基因。你现在的要求休想我再答应。六年前我刚登基，几乎没有任何实权。你如果当时肯站在我这边。” 你的向导就不会被判死刑，内阁就是打着神级的旗号诱骗他犯下所谓的叛国罪。就你这个傻逼，还真的答应？放心，让他一个人去了。同一时间，沈卓凡的宠物店内，当听到秦云要和皇帝陛下前往埃塔星寻找所谓的神级基因，沈卓凡激动地站起来。你们想让秦云去干什么？六年前我遭遇过的事，你都忘了吗？我当然没有忘。林栋梁安抚道。所以我才来问你，秦云到底是什么人？这跟秦云是什么人有什么关系？沈卓凡有些混乱，当然有关系。林栋梁解释着。 连当时你的思维触手都无法接近的神级的陛下，为什么低级向导的秦云却可以？秦云他真的没有精神体吗？我调查到秦云的养母，第一届艾佛里欧向导学院最优秀的学生，最后却莫名失踪。一个3S 级别的向导，为什么会收养一个连精神体都没有的孩子呢？一个小彩蛋，佳南，等陛下去了埃塔星，我们也去度个假吧。你想去哪儿？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担心啊！那个向导真的没有问题，就算有问题，那也是陛下承认的。怎么，你担心？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表面平易近人，骨子里却是个冷血动物。冷血动物怎么了？你的小熊猫不是很喜欢我的帝王鳄吗？ 我担心的不是陛下，是那个向导。奥林匹斯驻扎在艾塔星的哨兵和向导，不比鸟类人少。更何况陛下是神级，太危险，他会死的。那幸好。
陛下还没给他完成最终标记，斯卡特，看开点，宝贝儿，政权是靠无数人的牺牲来成就的。你还记得什么？当初要不是我们假装不知道内阁设计铲除他的计划，让内阁彻底得罪了加西亚公爵。 那个疯子现在还会保持重力吗？你真残忍，斯卡特！偏要让我想起我也是个罪人。还不够？你到底在害怕什么？训练室内，莫舍利解决完最后一只怪物后，看向气喘吁吁的秦云。此时秦云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他表示以前一直做的都是战场安抚工作，没试过这样长时间配合一名哨兵使用精神力。不要只想着保护我，你现在是要和我一起战斗。 懂吗？我把后背交给你，不是打算让他千疮百孔的。秦云背信的一点脾气也没有，他有气无力的耷拉着脑袋，满身透露着沮丧的气息。过来，亲一口。这时莫舍里突然到，只见他走向秦云，双手捧住他的脸，低下头给自家向导一个温柔的贴贴。你进步的很快，不要太焦躁。莫舍里知道秦云为了配合他一直非常努力，嘴上虽然说训他，实际也是心疼自家媳妇的。秦云有些意外的睁开眼睛，眼前的男人双目紧闭。 身上却散发着安抚的信息素，心想皇帝陛下性格真是闷骚，安慰人还这么拐弯抹角。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由于作战模式 S 级别的环境是100%还原战场，昼夜温差极大，莫舍里生了火堆。秦云裹着一张薄薄的毛毯抱着双腿坐在地上，重验安静的趴在他身后。秦云裹紧了自己，脸带疲惫，前几次的训练都是24小时内结束，主要提升他个人能力的攻击和控制。像今天这样培养两人长时间配合的还是第一次。莫舍里边向火堆里丢了根柴禾，边跟秦云讲述艾塔星的信息，看到自家向导抱着腿坐在那里，莫舍里终于忍不住出声：“你冷吗？”秦云紧了下薄毯说：“有点冷。”过来，莫舍里扯开最外面的大衣，示意他家向导到他怀里。秦云这时却害羞起来，然后慢吞吞挪到自家哨兵怀里。莫舍里从背后将人搂紧：“语气温和道：你睡吧，我来值夜。”此时秦云已经昏昏欲睡，他下意识往莫舍里怀里钻了钻，嘟囔道：
皇帝很累吗？不轻松，那为什么还要当呢？连这种事都要亲自去做，因为很重要。莫舍里想了想回答道，如果我不去做，就会牺牲更多的人。秦云看着莫舍里恢复了圆形瞳孔的金红色龙眼，心脏跳得越来越快。看什么？莫舍里突然转过脑袋望着秦云，没什么。秦云一脸害羞地闭上眼睛，莫舍里将人抱得更紧了点，下巴贴在秦云的头顶，轻声问道，暖和了吗？秦云觉得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慌忙回应，嗯，睡了。莫舍里低下头亲了下自家媳妇的头顶，睡吧，我的宝贝。上一集的贴贴大家是不是看得很爽啊？觉得不够看的小可爱们评论区告诉我，这一集看我们的小云宝如何霸气就服。第二天清晨，秦云醒来没看到自家老公，身下垫着莫舍里的外套，身上披着他的外衣，重燕趴在一旁将他整个人圈起来。秦云还在疑惑老公去哪了，重燕突然一张嘴将秦云叼了起来丢到背上，秦云紧紧搂着他的脖子，巨大的黑龙张开翼翅瞬间冲上高空，吓得秦云在半空中嗷嗷大叫，我操，我没骑过龙啊。重燕载着秦云穿梭于森林上空，突然远处林中鸟群呼啦啦被惊动了一群，秦云低头就看见一个黑影在树之间快速的穿梭移动，夕照。秦云激动出声，让重燕飞向莫舍里，身后突然窜出一只类似鱼的带翅膀生物，张开血盆大口向秦云咬去，幸好关键时刻重燕一套神龙摆尾将它狠狠抽飞。我操，这是什么？会飞吗？秦云被吓了一跳，莫舍里抽出龙鳞，一个清月刷的将它切成两半。飞鱼虎不会飞，但能跳得很高，落地后对着秦云喊道，你注意重燕飞的高度，不要太贴近我。秦云被重燕带着飞高了点，但他的四维触手无法伸那么长，莫舍里的速度相比昨天慢了很多，连续高强度的作战不可能不疲累。两人正说话间，又有一群飞鱼虎跳了上来，莫舍里正想反击还是晚了一步，一只飞鱼虎猛地咬住了他的右手，顿时鲜血喷涌而出，夕照。秦云紧张的大叫出声，眼里担忧的情绪都要溢出来了。为了救老公，秦云这会也不管不顾了，只见他颤巍巍的站起来，双手用精神力凝结出一把大弓，以前一次都没成型过的弓箭，如今却完美的出现在眼前。秦云满脸冷肃，张开弓弦，准确无误的射穿所有靠近莫舍里的飞鱼虎，只一瞬间，几乎将底下的飞鱼虎团灭。莫舍里此时终于能停下歇口气，他转头看向秦云，却发现秦云双眼无神，脸色发白，双手几乎血肉模糊。够了，秦云！莫舍里从背后拥抱住了他。秦云喘着气，他看着自己的手，有些艰涩道：“没有剑了，意识里被什么堵着。”出不来，看着我，秦云。莫舍里捧着自己向导的脸，他贴着对方的唇，你干得很好。秦云闭上眼，
他能感觉到墨舍里丰盈饱满的信息素，安抚着自己近乎干涸的精神力。在长久温柔的亲吻中，他终于抵不住袭来的困意，最后昏睡过去。墨舍里抱着怀里已经熟睡的秦云，年轻的哨兵一脸心疼地看着自家向导。此时光屏突然亮起，斯卡特的全息影像出现在通讯仪上。陛下，已经过了72小时了，柏林夫人正在您的书房。墨舍里抱着秦云退出训练室，他的眼神没离开过怀里的向导。帮我叫个向导医师，好好照顾他。墨舍里和秦云才刚结束特训，柏林这个老女人又来找茬子了。只见她闲适地坐在墨舍里面前品茶，并没有任何面对上位者的敬畏，嘴上关心着皇帝和他的小向导，实际一心想试探出秦云的真实身份。墨舍里只冷淡地看着他。我记得夫人在我儿时曾教导我，永远不要相信空穴来风。柏林见状，又要给皇帝陛下拉皮条，让墨舍里参加下个月高级向导的毕业典礼。墨舍里不动声色，表示自己已经约好跟亚瑟公爵去狩猎，没空搭理他。几番拒绝下，老女人终于忍不住，直接就想要陛下将小向导交到他手里。他的话没讲完，对面的皇帝瞬间爆发出强大的压迫信息，迫使他再也讲不出后半段。天色已经晚了，夫人。皇帝站起身，冰冷的眼神直刺向面前的首相大人。为了您的人身安全，还是早些回去比较好。说完关上门，独留柏林在书房内。没想到老女人还不死心，见墨舍里护得这么紧，更是加强了他要除掉秦云的决心，不惜动用埋在皇宫多年的内奸来打探秦云的信息。小编此时只想对他比出第三根手指，差人 CP， 天打雷劈，你终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老女人，秦云模糊间醒来，感觉有双毛茸茸的小手遮住他的眼睛，睁开眼便看见元宝的大圆脸。林栋梁和斯卡特站在病床旁，温和地看向他。秦云当然认识帝国的将军和国务大臣，他下意识想要下床敬礼，猛然间看到自己被包扎的像两只猪蹄一样的手，秦云顿时尴尬极了。林栋梁温柔笑了笑，让他无需拘谨。秦云转头看到病床旁一条帝王鳄直直盯着他，吓得不敢出声。将军的精神体果然好可怕，感觉要被吃掉了。元宝更是吓得飞奔向自家主人，结果半空中就被帝王鳄咬在嘴里。秦云不禁伸出耳康手，此时的小云宝真的好傻好可爱。一番打闹后，林栋梁和斯卡特准备告辞离开，临走前还不忘调侃秦云，说是陛下一会儿就来陪他。秦云的脸顿时烧起来，不自觉的心跳加速。没想到一觉过去便到了深夜，秦云迷糊中感觉有人抚摸着他的头顶。夕照，秦云迷迷糊糊的嘟囔。墨舍里钻进被窝抱紧了他，我在这儿，再睡一会儿吧。秦云无了一声，他困得眼睛都睁不开，有些不确定的问了句，重燕在床上吗？墨舍里看了眼趴在床尾表情无辜的巨龙说，他在，怪不得。秦云喃喃说，我还在想你是不是该减肥了呢。墨舍里无语望着怀里的小向导，能怎么办，自家老婆只能宠着呗。善于脑补的陛下，疯狂索要老婆。仔仔纯洁的围观了全过程，秦云经历了上次战斗之后，才短短数天就已经能熟练的用精神力凝结出武器，并且拥有很高的控制力。墨舍里正想要带老婆去检查一下，秦云兴奋地表示感觉自己更强了，拉着墨舍里的手就要去挑战高难度的训练场。而暖心的墨舍里考虑到老婆手伤才好没多久，练习强度过高会对手造成负担，故选择低级训练场。可惜我们的小云宝此时还是个木头脑袋，完全体验不到自家老公的关心，竟还对起对方是练习怎么打小朋友吗？墨舍里满头黑线，直接身体力行地给自家向导上了一课配合练习。结束后，秦云羞红着脸躺在地上，双手揪住自己的衣领，感叹到老公太猛了。墨舍里将老婆揽进怀里，问他知道什么是配合了吗？秦云秒变大红脸，这皇帝陛下公然在野外上课说出来，估计都没人信。关键是重演小仔仔在旁边纯洁的围观了全过程，秦云觉得自己的节操碎了一地。打到过后，墨舍里抱着秦云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再过几天就要去艾塔星了，你如果反悔了我不会勉强。墨舍里看着秦云突然道。秦云惊讶，为什么要反悔？你不想我陪你去，这也许要比你想的危险得多。那我更要去啊。秦云急了，看着老婆一脸激动的样子，心想他一定是因为担心我才要跟着去的。结果今天依然是执着于在五环买房的秦云，只见他双拳紧握，眼冒金光，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表示这么危险的任务奖励金一定不会少，离我在五环买房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丝毫没察觉到身后老公已经处在爆发边缘，话音刚落就感觉一只大手突然落在自己肩上，随后耳边阴森森传来一句，再练习一会配合吧。接着就被墨舍里压在地上继续练习。至于练习的过程，小编就不多说了。另一边，柏林夫人通过埋在皇宫多年的棋子探查到秦云的真实身份，在得知秦云是个低级向导时，整个人都黑化了，竟然联合奥林匹斯的人设计谋害秦云。老女人又要搞事情了，大家觉得她会奸计得逞吗？评论区告诉我。
Hello， 各位小可爱们，钟情又回来跟大家见面了。上回说到两人即将前往艾塔星，热闹的星空港口下，各色飞船往来络绎不绝。秦云和莫舍里坐在港口的等候区，我们登下午2点的商舰，叫鲁了，鲁了个蛋蛋。莫舍里掩盖不屑地说，你不用找，到时候一眼就能认出来。你和舰长很熟吗？没人想和他熟。秦云疑惑地看着自家哨兵，莫舍里眼色阴沉道，那傻逼总能无时无刻都让你觉得丢脸。话音刚落，顶头的广播声响起，欢迎来到首都新港，鲁了个蛋蛋，老子取得这么好的名字，每次都要问问问，还他妈记不住。秦云汗颜，总算明白莫舍里说的不用找是什么意思。陈潇是个典型的东方美人，肩宽细腰，长发扎成鞭子垂在脑后，语带调笑，哟，莫舍里，小娘炮呢？他没跟来。莫舍里无语，他跟来干什么？跟你打嘴仗。身后的秦云探出头，有点不好意思的挥了挥手，四哈喽。两人一进门就看见一尊黄金做的关公像，老规矩啊，拜三拜上柱香才能进去。陈潇抬了抬下巴道，莫舍里已经不想吐槽了，一旁的秦云却被这神操作雷在当场，瞬间有种社死的感觉。最后呆萌秦云乖乖拿上三柱香拜关公，却瞥见自家老公没有动，疑惑问他，你不拜？莫舍里翻了个白眼，你顺便也帮我拜了。我这次带的兵器不多，你怎么没带龙鳞？不趁手？龙鳞目标太明显，容易被认出。那倒是，毕竟我的这些兄弟也不知道你的身份。哦，这把看起来不错呀。哟，怎么这么重？这把剑将近40公斤，你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啊？不对呀，龙鳞剑可有50公斤重。他是个向导，你以为他身上有哨兵的味道？我以为是你的禁卫呢。等等，他身上的信息素是你的？啊？妈的！说好谁先脱单谁是狗呢？你个叛徒！谁能想到，刚登上飞船的皇帝陛下，想的不是去研究任务资料，而是要带着老婆孩子去看一场浪漫的流星雨。秦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莫舍里换上了全套宇航服。这是他第一次在太空中飞行，秦云紧张地抱住莫舍里，稳住我呀，你在撒什么娇？等下去脱了氧气罩再亲。莫舍里脸带温柔地看着自家呆萌老婆，他握住秦云的双手，慢慢将他放下，逃跑看。莫舍里牵动绳索，他拉出一点距离，示意秦云自己站稳。秦云看着自己悬空的脚，一脸不可思议又惊喜的表情。玩了一会儿，他兴奋地跑回去，让莫舍里也去玩会儿。皇帝陛下淡淡瞟了呆萌老婆一眼，说，不用，我不爱被溜着玩。精神体不受重力的影响，重燕撒欢着在太空里到处乱飞。秦云学着莫舍里的动作平躺在太空里，他的头顶星河状的，比当初在塞普洛斯星河看到的还要美。这里离大气层也不远，你想骑龙回去吗？莫舍里突然出声道，可以吗？秦云兴奋地直起身，接着动作笨拙地攀上龙背，拍了拍前面的位置，一脸得意地表示我带你。莫舍里一脸无奈地看着自家的傻向导，无语说道，你给我坐前面去。小情侣骑在威风凛凛的巨龙身上，穿梭于一个又一个的云层间。就在穿透一个巨大云团后，秦云的眼前突然间出现了大片绚烂的流星雨，拖长的星尾如燃烧的火焰划破天际，照亮了整个夜空。秦云睁大了眼，被眼前的美景惊艳到无法言语。爱神的祝福，帝都最佳的观星点就在下面的塞普罗斯。莫舍里抱着自家向导淡淡解释，秦云终于回过神来，他表情复杂地看着皇帝陛下，你知道今天会有流星雨？只见莫舍里竟有些别扭地转过头，假装凶巴巴地喊道，闭嘴，看你的星星。秦云嘿嘿傻乐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忍住问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这个位置找了很久了。莫舍里瞬间涨红了脸，表示拒绝回答老婆的问题。与此同时，正在度假的林栋梁和斯卡特也在观赏这场浪漫流星雨。斯卡特饶有意思地提到他们的君主，我看了陛下的行程表，他做了观赏流星雨攻略，不出意外应该是准备带秦云去。林栋梁佩服，我们陛下的男友力也太高，何止是高，简直 max。 我还偷看了他详细的攻略图，从时间表到最佳观赏点，他还打草稿设计场景对话，连他的龙都有戏份，真是出个机密任务都不忘顺便约个会。那陈潇知道吗？应该不知道，陛下的剧本就是一只超级大的电灯泡。从帝国到埃塔星总共有13条航线，其中最大的中转站修罗门，
一天能停靠近千艘的商舰队伍。陈潇让手下阿里带着秦云他们潜入其中一艘商舰，前往埃塔星。阿里是个长相有点凶狠的光头壮汉，另还有一对双胞胎小兄弟。秦云看着他们不禁感叹，这世道怎么连小孩子也要出来混饭吃了。阿里看出秦云的疑惑，于是解释道，内阁和奥林匹斯一样推崇神级统治，强化高级，淘汰劣等，这两小孩是低级哨兵和向导，本身又是平民窟出身，能饿不死自己就算好了。秦云有点心情低落，回想自己当初要不是养母收养，估计跟现在这两小孩差不多了。推崇神级统治的只是内阁的主张，不是皇室的，权力高度集中只会诞生畸形的政权形态。莫舍里淡淡回应，可是皇帝太过于年轻，新政也没多久，又如何与内阁抗衡？不是只有皇帝一人抗衡，只要那条路是正确的，终会有无数的人走上这条路。画面一转，几人走到目标飞船。双胞胎的哥哥觉得这飞船跟上次的看着不一样，弟弟却坚持认为就是这件。不知为何，莫舍里心里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几人从天花板上的通风口前掠，莫舍里第一个跳下来，他转身要去接秦云，结果一个背包掉到他手里，接着秦云跳下来，完美落地。莫舍里气恼地把背包甩给不懂风情的老公。秦云一脸懵，自家老公咋地又生气了。阿里三人负责去偷路线图，让秦云他们再次等待。随后两人分开查看飞船环境，秦云发现了几个带了危险标志的铝金箱子，打开一看，竟然是违禁品向导机发剂。身旁的仓库门突然打开，秦云望进去。你在干什么？我刚找到地图，怎么叫你都不答。你先别过，别看，先生。这是什么？你别看。在这里还有没有？不能放掉一个，全部毁掉。大多数只是眼睛有点像而已，长相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你的意思是，也许未来在战场上，我会遇到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克隆体，再捕捉别的哨兵。别开玩笑了，你是独一无二的，是属于我的。就凭奥林匹斯居然敢搞出你的克隆体，我就恨不得杀了这艘舰上的所有人。西城。先生，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拿你的记忆。只有你的精神力重阳才不排斥，只有你能靠近我，而我却连自己向导的基因被克隆了都不知道。冷静点，先生，只是长得有些像而已，也许根本不是我的基因呢。我就是我，没有人可以复制的。莫舍里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他要求秦云立即跟着阿里返回。那你呢？秦云焦急地看着自家老公，我留下来毁了这艘商舰。不行，这太危险了。秦云对莫舍里的担心不比他少。阿里冲进来表示战况不妙，要大家赶紧离开。另一边，双胞胎小兄弟已经干掉了一波敌人，他们也发现了不对劲。这艘所谓的商舰，光是哨兵就有上千个，还没加上向导的数量。而且刚接到消息，他们堵了修罗门的所有离港口，明显就是冲着他们来的。陈潇已经驾驶飞船过来接应，但最多只能支撑十分钟。十分钟够了，莫舍里转身面向冲过来的敌人，你们保护好他。交代完阿里他们，莫舍里毫不犹豫冲了上去，刷刷铲倒一大片。阿里三人被莫舍里可怕的战斗力惊住，忙问秦云他到底是谁。秦云心里腹诽说出来吓死你。陈潇的飞船终于抵达，缓缓降落，杀出重围的几人立马冲上去。秦云刚踏上飞船，舱门却突然关闭，他回身看向莫舍里，大叫着等等，还有人没上来。莫舍里却平静地看着他，你跟他们先走，我回去炸了那艘航舰。秦云当即表示一起去，重燕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庞大的身躯挡住了出口。重燕，秦云立马意识到了什么，他捧起重燕往外推，可是人的力量怎么比得过巨物。只见舱门快要合上时，重燕才缓缓飞离，眼中尽是不舍。最终舱门关闭，秦云懊恼地敲击舱门，心情沉重地坐在了地上。自家哨兵在前线战斗，作为他的专属向导，怎么可能安心待在后方啥事都不干。秦云没有理会莫舍里的叮嘱，自己找了个飞行器就要去找莫舍里。陈潇气急，你疯了吗？莫舍里完全可以一个人搞定回来，你过去只能拖后腿懂吗？我不会拖后腿。秦云一脸坚定，我是他的向导，我有权待在他身边，你就不能乖乖等他回来吗？你要我用怎样的心情等他？我的哨兵在前线战斗，我看不见听不见，甚至连感觉都感觉不到，我并不想用这样的心情等他回来，你明白吗？另一边，之前的商舰已经被莫舍里毁了大半，他将敌方向导抓在空中，盘问他那些克隆基因是从哪弄到的。
那个向导早已被末世里的信息速击得浑身瘫软，面红耳赤。我不知道，我们只是负责运送货物到埃塔星。末世里见问不出什么，直接将人甩到地上。敌方向导受不了身上的发情波，跪下哀求皇帝陛下。末世里不屑地看着他，高级 2S 又怎么样？你连我向导的一根头发丝也比不上。标记你，凭什么？陈潇带着秦云抵达，下飞行器前先让秦云等一下，他先去探路。秦云不禁吐槽，本来自己就没让他跟来。陈潇无奈表示，要是让他一个人来出了事，他有十个脑袋都不够末世里砍。两人前进路上发现一堆向导趴在地上，身上都不由自主出现结核热状况，不用想就知道都是末世里这大型行走春药引发的。陈潇此时却调侃起秦云，你老公这么猛，但你现在好端端的，到底是你体力太好，还是末世里不行啊？末世里的信息素实在太强，所以他有个绰号叫移动的春药，但他又是神级，没有可以跟他匹配的向导，于是后来他变成移动的毒药。不过现在有你了。陈潇貌似语重心长拍了下秦云，百分百匹配的向导和哨兵根本控制不住结核热，除非向导自身能力爆表，可以抵抗住哨兵的信息素，但末世里已经是神级。接着陈潇状似了解似的挥挥手，末世里怎么看都很强啊，你得注意点，别太拼了。秦云泪流满面，一个是皇帝陛下的性能力，一个是自己的清白，这简直是世界上最难的选择题。另一边，末世里已经一路杀到主控室，他按下自毁按钮，接着破窗跳出，落到重燕的龙背上。夕照这边，秦云大力朝他挥手，来不及了。末世里大手护住秦云的脑袋，重燕张开巨大双翼，将两人护在身下。接着身后响起巨大的爆炸声，那艘运载了秦云克隆体的商舰已毁于火光之中。由于离爆炸太近，体质较弱的向导被轰得一阵耳鸣。末世里不停在耳边呼唤他。不一会儿，缓过来的秦云终于听清自家老公说什么，他立马装傻，表示听不见。末世里立即凶巴巴吼着，让秦云赶紧滚回去。秦云拼命捂住双耳，不要听不见。末世里见老婆不听话，又想故技重施把重燕喊过来，怎料秦云早留了一手。只见他掏出跟贴满水钻的 bling bling 大鼓，猛地扔向远处。重燕，给我捡回来！巨龙立马蹦跶着追了出去。不许扔，你当他是狗吗？末世里简直要被老婆气得原地跳起，接着便看到咬着骨头的巨龙一脸欢快的哒哒哒跑。巨龙亲密的蹭蹭妈妈，想要再来一次。不得不说，重燕你很有当二哈的潜质。末世里咬牙，你这么想死？秦云一听脾气也上来了，不就是陪葬吗？谁怕谁啊？末世里气得不行，你倒学会顶嘴了，那么想被打屁股吗？秦云当然说不出来呀，来呀，来打我屁股的话。他摆明了一副打死都不回去的态度。而陈潇竟一脸淡定坐在一旁看两人吃瓜。等两人吵完，陈潇问末世里怎么商舰里出现这么多哨兵和向导，那艘商舰上运载了秦云的克隆体。陈潇对这个答案感到极度惊诧，但已经被我毁了，我烧了所有克隆体，顺便还把那艘舰给炸了。三人身手利落的一路突围，陈潇遇到个身材娇小的哨兵，正想上前，就发现自己被一股精神力束缚，附近有向导。陈潇以为自己要中招，却见面前的哨兵啪一下被秦云的精神力拍飞，帽子脱落，露出哨兵的真面目。这竟然是个长相非常漂亮的女哨兵。撤掉你的意识攻击，秦云朝着一侧方向冷声喊道，如果不想你的哨兵精神崩溃的话。埃塔星上的鸟类人拥有极高的精神力，奥林匹斯私下进行人体实验，竟然让这些畜生和人类向导和哨兵杂交，出生的 80% 都是高级向导，剩下那 20% 却都是人不人鸟不鸟的怪物。他们表面以保护埃塔星为由，每三个月驻派哨兵向导，派去的向导哨兵数量不多，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外界注意。奥林匹斯为了所谓的神级，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小姐姐诉说让人窒息的真相，末世里答应帮助他们脱离奥林匹斯。接下来众人驾驶飞船直接奔向埃塔星，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成功突破重围抵达埃塔星星域。驾驶舱内一阵欢呼，末世里点了点自己的嘴巴，示意秦云给个爱的贴贴。秦云顿时羞红了脸，还是拗不过强势老公，温柔俯下身来了个鼓励的贴贴。经过一整夜的休整，第二天末世里和秦云偷偷潜入埃塔星茂密的丛林内，两人小心翼翼前行，突然一只长相极其怪异的类人生物跳到树干，是杂交失败体。秦云一把抓紧末世里，后者似是感受到自家老婆的难过情绪，他捂住秦云双眼，不要看，你没有办法救所有人。两人经过一番商量，最终决定兵分两路，末世里去拿神级基因，而秦云他想去培育杂交体的地方，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末世里看出秦云是受到刚才看到的那个失败体的影响，于是答应让他孤身一人前往，遇到危险不要硬拼，等着我来接你。哨兵不舍地叮嘱道，却不知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秦云顺利潜入敌方基地，并使用精神力控制一名哨兵，获得相关信息。他假扮成一名送饭的士兵，而目的地正是实验体的培育室。另一边，末世里偶遇基因学教授克里斯，这位教授是个地道的老实人，不想做违背人性道德的事情，正要跟奥林匹斯提出辞职，就遇上末世里，噼里啪啦把自己知道的全交代了。
最后却说奥林匹斯压根没有神级基因，对外的说辞都是忽悠人的。秦云已经顺利抵达杂交实验的培育室，就见一帮哨兵强行将一名瘦弱的男子绑在实验台上，满嘴污言碎语，那男子拼命挣扎，善良的秦云哪里看得下去这种气人的场面，他当即发动精神力，瞬间将在场的哨兵都催昏过去，接着贴心的脱下外套披到男子身上。突变就发生在这一刻，秦云感觉到肩胛骨传来一阵剧痛，他猛地甩开那男子，原来竟是这人凝结精神力划伤了秦云的手臂。秦云大惊，目光不定望着他。同一时间，做过精神标记的莫舍里突然脸色苍白地捂住自己的手臂，心里大骇，糟了，秦云出事了。最后问你一次，你的哨兵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但只能你一个人听。别耍什么花样啊！不过是一个低级向导，我杀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我在什么？祖爷，是飞船！秦云，醒醒！秦云，卡里斯，卡里斯，等等，等等！我第一次驾驶飞船，我驾照都是过期的。天哪，他到底用了多少激发剂啊？激发剂，我得检测一下他的精神力状态。怎么样？仪器检测需要时间，你别催啊！再说了，你们应该最终标记过了吧？他情况怎么样？你感应不到吗？闭嘴！脾气真差，想到平时一定太宠你了。啊，什么？胡子，你别紧张。没什么事，信息素怎么没用啊？啊？会吧？哎，你脖子上的针眼是什么？没什么，我被打了一只鸡。啊，一只鸡？我没事。对劲，我真的没什么。重燕呢？他就在你的脚边，你看不到吗？秦云，你终于醒了。嗯，学长。我这是在医院。是啊，你回帝都后就一直昏迷着，这都三天了。哦，身体感觉怎么样？没什么感觉。你真是太乱来了，打那么多激发剂也不怕出事。给。当时没想那么多，反正也要失去向导能力了，干脆最后拼一把。我回来后发生什么事了吗？帝国和埃塔星开战了。打起来了？昨天埃塔星得到了增援，所以陛下亲自去战场接替斯卡特将军了。不是他不想陪你。你不用告诉我这些。我这不是怕你想他，又不好意思问吗？西长他亲自去了战场，看来战况没那么乐观。是老妖婆，你在干嘛？奇怪，内阁的人来这儿干嘛？来这儿看病。笑吧。恭喜出院，秦向导，您看起来气色不错。
收降大人，你好，托您的福，我们正准备走。祭司唐纳将军，且慢。首相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埃塔星的事还有很多没有解释清楚，请秦向导务必跟我们走一趟吧。休想！动手。是。 西少，陛下刚从前线回来，怎么不去休息呢？这里交给我就可以了。首相大人，正好你在场，我就宣布一件事：未来，这个男人会享有帝国一半的主权。西少，什么？通俗点说就是。 我会和他结婚。接回斯卡特后，林栋梁第一时间与莫舍里通话。人没事就好。莫舍里批准了一周的假期给他，让他好好陪下斯卡特，顺便说了下自己要结婚了，让林栋梁帮忙想一下婚礼怎么弄。斯卡特洗完澡出来就看到呆呆站在原地的爱人，陛下和我说他要结婚了。林栋梁明显还没反应过来，斯卡特却一副早该如此的表情。 秦云是被莫舍里一路爆红，他感觉自己的节操碎了一地。只要一想到当时周围人们的表情，就恨不得把自个的头埋进地里受了。你有好好吃饭吗？秦云小心翼翼开口：“那个，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才那么说的。你放心，我不会误会。你以为我是为了救你？”莫舍里阴沉着脸望着怀里的人，秦云汗颜：“要不然呢？”莫舍里唰的将人压倒在沙发上，愤怒的大声吼道：“我他妈不爱你，干嘛要和你结婚？你是不是傻？”冷静点，我们好。 好好谈谈个屁，回答呢？莫舍里气得咬牙切齿。秦云赶忙点头：“我答应了结婚，结婚。谁关心这个了？你敢不和我结婚？那你关心什么？”莫舍里猛地伸手，狠狠地掐着秦云的下巴。他表情狰狞的一字一顿道：“说你爱我。陈潇被莫舍里找回来当外交部长，我刚回来就跟内阁那帮老家伙碰面。有一说一，他们对我这个空降的外交主席意见很大，更不要说陛下你选的这个皇后还是平民阶级。虽然他们不敢公然违抗你的决定，但是私底下动作肯定少不了。” 陈潇建议莫舍里找点水军去宇宙八一八制造舆论，或者发点他和秦云的生活影像。莫舍里一脸不理解，为什么我老婆要给别人看？陈潇状似无一般提起，我记得你老婆还是低级向导师，一天跟上千个哨兵同吃同住，说不定还一起洗过。话没讲完，就看到皇帝陛下的怒火直冲向天际。陈潇立马大声转口：“秦云只跟您同吃同住，一起洗澡，把求生欲拉满。”和陈潇通讯完后。 便看到秦云拿出工具箱，手里再贴一只钻石戒指。莫舍里将戒指拿过，戴在自己手上，却发现尺寸明显大了很多。秦云尴尬地解释：“我想给重验做一个。”莫舍里脸色难看地咆哮道：“可你结婚的人是我，你给那个傻逼龙做个屁啊！”然后用力将戒指甩回去。秦云顶着满头汗，转身表示立马重做一个。秦云重新把指环大小改了一遍，最后造型成了细细的圆圈，上面顶了个滑稽的硕大的钻。莫舍里不耐烦表示：“你来求婚，要单膝跪地。” 秦云想算了，你求一次我求一次倒也公平。他跪在地上，给莫舍里小心翼翼地戴上了戒指。请话还没说就被对方挡住了。莫舍里弯腰重重地堵住他的嘴：“我答应你。”皇帝贴着对方的唇瓣嘟囔道：“我还什么都没说，闭嘴。”那个，我现在没性激素了。我知道你现在接受不到性激素。对方突然开口道：“以前亲你也不是因为性激素。”莫舍里清了清他的眼睛，回答道：“因为想吻你。” 所以才会吻你。秦云回家收拾行李，准备正式入住皇宫。他本想自己打包，可老管家巴金坚决不同意。结果一个上午查的功夫，巴金就差不多收拾妥当了。整理书籍的时候，恰好一封信件掉出来。秦云阁下，这是您遗漏的信件吗？信件是密封的，还没打开过，上面是毕斯的字迹。秦云记得自己决定去向岛君不时和毕斯吵了架，那时候年轻气盛，连服个软都好像自己输了似的。他知道毕斯给自己留了话，却不想理会，直到被遗忘了这么久。 今日才又被他重新拾起，另一边的皇宫里，重燕不知从哪弄来两个中国结，他把中国结分别戴在自己的两个龙角上，不停地晃脑袋向莫舍里显摆。莫舍里额上爆出了根青筋，吵死了！你以为你挂两个中国结就是中国风了？不要丢脸了，蠢货！你就算再美，他现在也看不见。重燕顿时两眼泪汪汪，随即咬着莫舍里的披肩，嗷嗷大哭起来。大滴大滴的泪水瞬间将披肩晕染开来。等到秦云回来了。 莫舍里招手示意他过去，秦云一眼就注意到湿掉的披风。你又骂重燕了？莫舍里把人拉近，成天不是卖萌就是哭，就你还把他当快宝，宠个屁啊宠！晚上亚瑟要来吃饭，他的向导回来了。秦云惊讶，沈卓凡回去了。莫舍里把人抱住。
我可没告诉过你什么全名，你是不是该解释下这是什么情况？这其实是个很长的故事。莫舍里沉默地看了下怀里的人，接着突然俯下身，自然地来了个贴贴。算了，先亲了再说，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听。这次的贴贴跟以往的好不一样。秦云只觉得皇帝陛下的舌头在分开后，秦云感觉快窒息了，整个人瘫软在莫舍里的怀里，喘着气问你哪学的这个？傲娇的皇帝陛下才不会告诉他，自己可是提前做了功课，比如学习了关于如何接吻的100种方法。来自碧森妈妈的信。小云宝，你一直是我温柔又勇敢的小男子父，我还记得那么小的你待在我怀里，不哭也不闹，好像一夜之间你就长大了，可以照顾我，也可以帮我照顾马群了。对不起，我之前不该和你闹脾气，还这么久都没和你联系。虽然你总是学不会骑马，照顾他们却格外认真。还记得你8岁前的那匹小白马吗？他老是跟着你，又乖又听话。小白马，我怎么没有印象啊？我总是担心你离开我身边会有危险，但我忘了，你已经长大了呀。其实，并不是你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你。你就像那些奔跑在牧场的骏子，勇敢、无畏，却又温柔。总有一天，你会离开我的牧场，奔向更大的未来。只是舍不得，舍不得你长大，舍不得你离开。我甚至担心你会遍体鳞伤，无法被我的羽翼保护。我就忘了，你本就不需要我的保护。我会保护好自己的，不用担心我。你是上帝的慈悲，是我的骄傲，我温柔勇敢的小男子汉，不要惧怕失败与痛苦，我会永远你的碧斯妈妈。亚瑟在城堡里找了一圈，并没有找到人，他的残暴师跟在身边。管家恰好看到主人焦急的样子，主人，您是在找沈先生吗？您不如到狮群那边看看。满是繁星的夜幕下，狮群三三两两的围成一圈。沈卓凡睡在一只公狮的肚子上，怀里抱着圆滚滚的甜心。他示意精神体雄狮先退下，然后弯腰将人横抱起来。甜心顺势跳到亚瑟的肩头。公爵城的飞船正在帝都上空平稳穿梭。沈卓凡悠悠醒转过来，干嘛不叫醒我呀？他看了眼自己身上的劳作服。语气里带点小埋怨。亚瑟轻轻碰了下恋人的头发，不舍得。沈卓凡小脸微红，你不要以为嘴甜点就没事了。说着却捧起男人的脸就眯了一下。沈卓凡这才注意到甜心趴在亚瑟的肩上，把一头火红的长发缠乱。甜心，不要乱钻人家头发。被主人吼了一嗓子的甜心飞速开溜。沈卓凡以手为梳，一下一下慢慢捋顺。没有梳子，就这么将就下吧。亚瑟没有动，他专注地看着沈卓凡的指尖划过自己的头发，良久在恋人头顶上悄悄落下一吻。飞船很快便抵达皇宫，秦云看到沈卓凡的时候一时半会儿差点没认出来，他想了半天形容词，最后也只憋了句，你打算来吃饭还是来干活的？沈卓凡翻了个白眼，放心，吃不穷你，晚餐准备的非常丰富。可平时精神饱满的人却一脸困倦的吃不下。亚瑟举着一块兔肉，几乎是哄着让人吃几口。对面的莫舍里也想效仿公爵大人，亲手喂小娇妻吃饭。秦云则是满脸担忧的看向小伙伴，你是不是瘦了？脸色也不好。沈卓凡着亚瑟送到嘴边的食物摆摆手，示意自己吃不下了，接着又开始打瞌睡。最近睡得有点晚，秦云有点担心，我带你去睡会儿吧，醒来饿了再吃。亚瑟吻了吻他的面颊，去睡吧，等下我来接你。两个小向导离开后，只剩一对死对头沉默无声。怎么把人养成这样？你虐待了？
亚瑟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我想起来了，墓室里惊讶，他给你解开了意识催眠。亚瑟的样子似乎并不想多说，他只问了句，神级向导真的在奥林匹斯吗？墓室里沉默了许久，他才冷淡道，我不知道，我很感谢你愿意出兵给内阁施压释放斯卡特。亚瑟没有看他，这不是我做的，是卓凡想要帮你们，你的向导和他的情况一样，你难道不想他恢复？我当然希望秦云可以复原，但不论崔斯塔纳还是林栋梁，结果却都是失败。只有神级才能彻底治愈脑神经。你想和一个完全没有向导能力的向导结婚？内阁和奥林匹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沈卓凡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和秦云聊着天。我担心他对你不好。秦云唠唠叨叨，你看你还让他忘了你，这简直是变相抛弃吗？沈卓凡受不了的掀了掀眼皮，拜托我那时候和你现在一样，哦不，更惨，我们都做过最终标记了，好歹能保一个就保一个。那你怎么这阵子把自己搞成这样？一言难尽。沈卓凡叹了口气，吞吞吐吐道，我把亚瑟的意识催眠给解了，这玩意儿还能解呢？沈卓凡一脸淡定，睡一觉就可以了，你别和我说你是纵欲纵成这样的，真要这样就好了。沈卓凡皱着脸，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秦云怎么也没办法把加西亚公爵想象成牡丹，他觉得凶狠的公爵大人更像一朵食人花。你和陛下怎么没？怎么可能，我连结和热都没有。秦云有点不好意思挠挠头，没做过就好，不会成我这样。沈卓凡苦笑，我之前下的催眠暗示是反，但你也知道我没有向导能力，无法产生真正的结合热，过程中差点没承受得住亚瑟的精神力，彻底崩溃。我以前没觉得失去向导能力有多么可怕，只要能活下去就好。沈卓凡闭上眼，他有些艰涩道，然而现在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要还是个向导该多好啊。重燕趴在地上看着秦云给他贴一只大的水钻枕头，他不停轻蹭秦云的脑袋，可惜却没得到什么回应。墨舍里抬头看了看一龙一人，秦云突然抬起头，回身望向墨舍里，你在看什么？我想问问他喜不喜欢，他正抱着你。墨舍里伸出手指着，他的头在那儿，翅膀在这儿，尾巴在这里。在秦云看不见的空间中，只见重燕低垂着脑袋，小心翼翼地张开巨翼，将自己的向导抱在怀中。皇帝陛下撑着脑袋，语气温柔地说，他正抱着你，因为我也想抱你。因为自家向导的经历相似，亚瑟和墨舍里倒是培养出了一种惺惺相惜的默契感，最近一直相约去狩猎，好发泄下狂躁的情绪。所以我一个有向导做疏导的人，为什么要和你们来啊？倒霉的斯卡特成了撞枪口上的男人。你说林栋梁，你们做最终标记了？公爵大人轻蔑一笑，斯卡特被噎了下，还没，但那是因为我拒绝了。没想到皇帝陛下吃了一声，没有就是没有，别给自己的不行找理由，搞得好像你有一样。我谈恋爱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吗？亚瑟斜睨了一眼墨舍里，墨舍里冷冷地鄙视道，有屁用，之前不照样被人甩？果然皇帝陛下任何时候都是最拽的那一个。没一会儿，三个帝国的顶级哨兵就解决了恩头兰燕杀，亚瑟和斯卡特准备搞个篝火烤肉吃，墨舍里却一脸不解，你们营养剂难道还要烧着吃？立马收到两个明晃晃的白眼，为什么会有向导要你？亚瑟熟练地将一块处理好的肉块切片，他做这些的时候完全不觉得有一点委屈，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洋洋得意的高逼格。墨舍里有些莫名其妙，你府里好像没穷到用不起厨子吧？你懂什么？知道什么叫24孝好老公吗？当然斯卡特也不甘示弱，年轻的将军居然还带了秘制蘸酱在身上，他将放了蘸酱的烤肉递给墨舍里。墨舍里看着面前色香味俱全的食物，竟一时说不出话来。等到亲自尝了下，随着浓厚的香味侵入自己的味蕾，皇帝陛下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另一边，秦云得知公爵大人会做饭时惊讶极了，沈卓凡一脸淡定地说，会啊，我记得斯卡特也会。林栋梁承认道，他还会雕花和拼盘，秘制蘸酱特别好吃。其实如果是和平时期，向导和哨兵的家庭一向都是前者主外后者主内的，毕竟脑力劳动还是要更多一点。接着他微笑着看向秦云，你也可以试试看，说不定陛下的手艺也很不错呢。秦云简直不敢想象，毕竟烧菜这种画风怎么想跟墨舍里都不是很搭呀。深夜的皇宫里，墨舍里突然提议要做宵夜，秦云才惊觉自己之前真是想得太天真了。皇帝陛下对24孝好老公的追求精神简直不要太拼。秦云无奈爬起身，你会做菜吗？墨舍里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这种事不是很简单吗？不一会儿，就见皇帝陛下拉着自家小向导奔向厨房，要吃什么？秦云在脑海里找了一圈，终于想到个简单一点的，饺子吧。等准备好食材后，墨舍里再次确认不要别的吗？语气里似有遗憾，饺子会不会太简单了点？秦云尽量让自己脸看上去特别真诚，我真的超级喜欢吃饺子。墨舍里挑了挑眉，摆出一副真实的拿你没办法的表情，随即开始和面擀皮子，直到折断了皇宫所有的擀面杖，最后才擀了四张饺子皮。墨舍里的脸色有些难看，我其实擅长别的菜，这个力气没办法控制好。秦云捂嘴忍笑，没事，四只就四只吧。秦云咬了第一口，发现居然是甜的。墨舍里臭着一张脸表示，这四只是甜甜蜜蜜，本来还想做恩爱的，
皇帝有些郁闷的尴尬道：“擀面杖都被折断了。”秦云说不出话来，他觉得嘴里的馅甜的都要化开，顺着嗓子眼一直流到了心里。一个多月后，埃塔星的战事终于以和解画下了句号。自亲政以来，帝国君王吃的第一个败仗还是跌在了奥林匹斯的手上。亚瑟虽然最终倾向了皇室，但斯卡特的军权却被内阁剥夺。陛下还是太年轻了。柏林夫人淡淡道：“希望您对婚姻也不要如此草率，免得最终失败。”莫舍里却口气平静：“我始终记得儿时您对于我的教诲，坚持自己的情感与政治立场。这么多年来，我从未让您失望过，不是吗？”另一边，秦云现在每天都会去克里斯那边做检查，对方似乎非常想治好他的脑神经。虽然一直以来效果甚微，克里斯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都快要成为第一夫人了，你就不能对国家的科研文化有点贡献吗？”秦云心塞：“我都把自己捐出来让你随便研究了，你还想怎样啊？”巴金大老远的就在皇宫门口等着秦云，表情很是忧愁：“陛下今天心情很不好，怎么了？”秦云皱着眉：“下午又和内阁吵架了，还有埃塔星的战士，打输了总是不好。”秦云在花园里找到了皇帝陛下，莫舍里枕着手臂躺在草皮上，太阳刚落山没多久，余晖温柔地覆盖在他的脸上。秦云在一旁看了一会儿，感觉自己仿佛误入了童话世界，将要唤醒凶暴的睡美人，刚想说什么就被睡美人扯进了怀里。“你没睡着啊？”秦云抬头看向抱着自己的君主。莫舍里懒洋洋地开口：“检查的结果怎么样？”“还是老样子。”秦云有些黯然。“克里斯也治不好。”莫舍里低下头蹭了蹭对方的头发：“我不嫌弃。”秦云被他哄得笑出声来：“是啦，就是柏林夫人比较嫌弃了哈。”莫舍里却仍是没什么表情的样子，一下又一下地抚摸着自己向导的头发：“我很抱歉，我是个废物，没有保护好你。”秦云正想反驳，却被莫舍里紧紧地抱着：“听我说完，我并不只是想要忏悔。”莫舍里的声音低沉而温柔：“我爱你，我想和你结婚。”秦云默了默：“之前那次不是答应了吗？”“之前那次不算，没有打好草稿，太紧张，不够完美。你每次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前都要这样吗？”“哪样？”“打草稿、写剧本、做攻略、开会或者演讲稿都由林栋梁负责。”莫舍里解释道：“只有和你干什么，我才会自己准备。还有后感和日记，我能看看吗？”秦云突然兴奋起来。皇帝脸色难看的别扭：“还是不要了，我自己都觉得肉麻的恶心。”小向导耍赖般蹭了蹭自家哨兵：“稍微看一点点，求你。”莫舍里被老婆难得一次的撒娇弄得脸红耳赤，最后壮丝一脸不耐烦地把老婆强行扛上肩头：“你害羞什么呀？”趴在肩头的秦云大笑出声：“日记这种东西完全应该裱起来，多有纪念意义啊！”结果刚进到客厅时，就发现有人正等在里面。陈潇神情暧昧地冲两人打招呼：“天还没黑，别这么激烈。”秦云动作麻利地从莫舍里肩膀上滑落，脸有些红：“你怎么来了？我现在可是外交主席，有事当然能来。”莫舍里了然：“找到了。”秦云有些摸不着头脑：“找到什么了？”陈潇笑着打开全息地图：“你的养母碧斯，她现居科尔沁草原，要找到她还真是花了我们不少功夫。”秦云惊讶的半张开嘴，皇帝像是什么都没做一般，故作轻松道：“我想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应该希望她也能到场。我提前准备好了几件礼物。你母亲她喜欢什么？”自从得知秦云将要离开一段时间，崇彦每天晚上都吵得不行，哭什么哭？他只是出去几天，又不是不回来。莫舍里忍无可忍，被一龙一人夹在中间的秦云小心翼翼问：“我能翻身吗？不会压倒他吧？”莫舍里硬邦邦的没好气：“又压不死，怕什么？”崇彦顿时恼羞成怒，用力的甩尾巴，结果因为动作太大，他的水钻抱枕被划破了一个口子，场面静默三秒钟，接着就看到巨龙的眼眶里瞬间盈满泪水，下一刻，整个皇宫响彻皇帝暴躁的咆哮声：“崇彦，你要滚出去哭，不许把鼻涕写在床单上！”秦云准备着动身要带的东西，莫舍里拖拖拉拉依依不舍：“我让陈潇和崔斯塔纳保护你去，他们俩最多路上吵了点，要是打起来你记得躲远些。”皇帝还在往自己向导的旅行包里塞着东西：“你到底给我准备了多少礼物？”“不多吧。”他看了一眼秦云：“记得在丈母娘面前多说我好话。”秦云开玩笑：“你居然还懂丈母娘这个词，你要是肯叫她婆婆，她一定更开心。”莫舍里突然捧起秦云的小脸，语气温柔：“我会给你写信。”可惜秦云个木头脑袋，直接把浪漫氛围隔绝开，语气莫名：“不是有通讯仪吗？每天都能见到。”莫舍里深吸一口气，有些郁闷地嘀咕了一句：“算了。”接着一把将人拥进怀中：“路上小心，不许不想我。”皇家护卫队亲自将秦云送到帝都的港口。陈潇看到秦云的行李时无语望天：“陛下，您这是要把整个帝国搬回娘家吗？”秦云看了一圈，没看到崔斯坦纳。莫舍里淡淡解释：“他俩不敢在我面前吵，另外一个肯定躲了起来。小炮娘脸皮薄吗？”陈潇张开手，莫舍里翻了个白眼：“他只是单纯嫌弃你。”圆滚滚的机器人将行李搬上飞船，很快飞船慢慢飞离地底，才分开一会儿，秦云就开始想念粘人的老公。他立在窗边，突然一道金光闪过，只见崇彦突然出现在窗边，全身上下贴满了水钻，依稀能看出是龙的身影。巨大的水钻龙飞在飞船的周围，
重燕翻出肚皮，面对着秦云，他总是尽量把钻石最多的地方给秦云看，似乎明白只有这样对方才能看得见他。你成了名副其实的金闪闪了吗？秦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崔斯塔纳在等陈潇去了驾驶舱后才出现，他脸色不是太好的抽了抽鼻子。为什么和我百分百匹配的哨兵会是他呀？秦云有些同情他，你们的关系怎么会这么恶劣？崔斯塔纳恨恨的，他20岁的时候我才12岁，第一次见面这混蛋就想标记我。卧槽，我那时候还是个萝莉啊，萝莉，如此天真浪漫单纯的萝莉，他还是人吗？是人吗？秦云其实挺想帮陈潇辩解，人家20岁也很年轻，百分百匹配间的吸引根本不是想就能控制得住。算了，不提那个人渣。崔斯塔纳烦躁地摆了摆手，其实这次让你去碧斯那里，陛下也有自己的考虑。近期内皇室打算动内阁，所以要让你远离政治风暴圈，但不排除柏林老妖婆会狗急跳墙找我们麻烦。找我麻烦？怎么找？暗杀、绑架，反正你能想到的内阁也能做到。要不然你以为陛下干嘛要派我和陈潇来保护你？虽然我和那个人渣一直不对盘，但论战斗力，林栋梁和斯卡特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崔斯塔纳居高临下的得意道，放心，老娘一定会让你平安成为王的奶奶。秦云汗颜，那真是麻烦你了。莫舍里回去后刷着他那古董级别的钻石刻平板，宇宙818上果然出现了水钻龙的图片。莫舍里没有理会其他的问题，他披了马甲，在那句贴了水钻是想干嘛的后面回复了三个字，哄老婆。斯卡特看到皇帝回复的那一条差点没笑喷出来，他跟林栋梁戏谑道，大概是以前认为孤独终老的阴影太深，好不容易现在有老婆了，我们陛下还真不是一般的平民。国务大臣林栋梁却有点头疼，陛下您表现得越在乎秦相道，内阁就越清楚地知道您的软肋在哪，您就不担心吗？担心什么？莫舍里头也不抬，他的确是我的软肋，但也是我的铠甲，我不会再让自己犯第二次错误。秦云在船舱底部快要睡着时听到了传真机的工作声，不一会儿传真机像不要钱似的哗哗吐出了3米稿纸。卧槽，这信的长度也有点过分了喂。北面很冷，注意保暖。好久没写字了，不怎么好看，不许嫌弃。想了我几次？9次？不对，11次？数不清了。和埃塔星的谈判结束了，我怀疑内阁和奥林匹斯勾结，可惜还没有证据。想动他们不是那么容易，但还是要夺回斯卡特的兵权。斯卡特现在什么事也不干，天天跟在林栋梁屁股后面，敢在我面前秀恩爱，他简直活腻了。仇燕不肯让我拆了他身上的钻石，整天晒太阳，保持金光闪闪，觉得自己好看的要命。哎呀，都叫你不要太宠他了，现在是越来越没规矩了。今天巴金做的苹果派，你不在，就只能我吃了。我也在学，等你回来做给你吃。啊，巴金先生的厨房。无论内阁和奥林匹斯怎样，我都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我以我的生命起誓，会给你幸福。爱你的莫舍里西征伊萨。半夜里秦云被崔斯塔纳的通讯惊醒，你待在房间里不要出来，也不要发出声音，我等下来接你。秦云瞬间意识到出事了，不一会儿穿戴整齐的秦云等着敲门声响起，打开门，崔斯塔纳神情严肃，走去驾驶舱。怎么了？秦云跟在他身后，是内阁的人袭击我们了，飞船上有他们的人。本来以为对方没那么快动手，结果比想象中的沉不住气，两人往前才走了几步，崔斯塔纳的脸色就难看起来。该死，思维网是高级向导，他立马撑出精神屏障，我顶着，你快往驾驶舱跑。秦云连一秒都没犹豫，转身撒腿就跑，结果才穿过走廊，就迎面和一个向导撞了正着，对方立马发动精神攻击，结果精神触手才伸到秦云身前就莫名消散了。向导的表情有些惊讶，怎么回事，精神攻击竟然没用。秦云二话不说，上手就是一拳将人打晕在地。崔斯塔奈赶过来的时候很是疑惑，他们没有催眠你，你到底做了什么？秦云抓了抓脸，表情诚实，我不知道，好像他们的精神力对我没什么用。怎么可能，你明明已经不是向导了。另一边陈潇正在苦战中，人渣。秦云只听到崔斯塔纳大喊一声人渣，陈潇的脸上瞬间就多了一巴掌印子，随即瞬间将敌人消灭。等敌人的精神体彻底消散，
陈潇收起手中的精神力双刀，气得吐血。你做精神力辅助的时候能不能温柔点？每次都拿四维触手甩我巴掌，超痛的呀！打一只笨熊还好意思要我帮忙？崔斯塔纳毫不客气地反击道：“你行不行啊？”陈潇咬牙：“你试试，试试就试试，别光逼逼，是男人就来。”陈潇不理他，他看向秦云：“你们解决了多少向导？”将军解决了一个，我打晕了一个。打晕？陈潇挑了挑眉：“你还挺厉害，剩下的向导应该都有哨兵跟着，会比较麻烦，干死他们就行了，哪那么多废物。”那个，秦云弱弱的举了举手：“能给我一把武器吗？”这是高能炮。崔斯塔纳拿出一支超大炮组，后坐力太强，平时根本不适合向导，不过效果很好，一枪下去哨兵都吃不消。秦云接过，轻松的扛在肩膀上，他瞄了瞄对准镜：“不错，应该没问题。想不到你力气还蛮大的哟。我上前线的时候背的可是20公斤的医疗包，不过上40公斤就吃力了，龙鳞我就扛不动，龙鳞就连普通的哨兵都拿不动。”崔斯塔纳翻了个白眼：“你以为谁都跟陛下一样变态吗？”秦云笑着没有说话，也许在别人眼里末世里是强大而不可战胜的，无坚不摧，所向披靡，但在他心里却不是。他的皇帝陛下孩子气却又奇怪的很浪漫，脾气也许不好但很会照顾人，嘴硬的可爱别扭起来却又让人头疼。就算没有了向导能力，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秦云平静道，他的目光沉稳而坚毅：“我想要光明正大的站在他的身边。”三人在飞船里大杀四方，由于长时间的使用精神力，崔斯塔纳明显竭力，陈潇出手迅速帮他解决掉面前的敌人。“精神力还够吗？”崔斯塔纳有点不好意思：“杀你的人去。”陈潇看了他一会儿，接着将人扯到怀中，低下头给他补充精神力。小编算是明白了，这漫画里的向导都是靠贴贴来补充精神力的。两人正在交流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秦云有点不好意思看向他们：“帮你们解决掉打扰的人，还要继续吗？”将军一脸的纯良无害。陈潇满头飞线：“所以这就是我之前打断你们好事的惩罚吗？”对了，秦云像想起什么：“我刚刚抓到一名向导，他说他叫宝利，你们认识吗？”皇宫里，斯卡特盯着屏幕看着陈潇传送过来的信息：“哟，这可是熟面孔啊。”一旁的末世里问他：“是谁参与了此次袭击？”“是宝利。”斯卡特肯定道：“今年艾弗里欧学院的首席，想给你做思维疏导却差点自己精神崩溃的那个。”“现在就去内阁吗？”末世里表情冷漠，一副完全不记得是谁的表情：“不，我们不去内阁。既然内阁有权擅闯国务卿大人的府邸，那么我去趟首相家里也不是什么大事。”柏林夫人正在院子里喝着早茶，她穿着睡衣，头发披散开来：“夫人，夫人不好了。”管家一脸慌乱的跑：“冒冒失失做什么？不懂规矩吗？”管家急得大喊粗声：“府邸的防护罩被强制关闭。”柏林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随着一阵强风飘过，就见头顶上空中，帝国的皇家护卫舰正在缓缓降落。帝国的皇家飞行器缓缓降落，末世里居高临下的看着柏林：“日安，夫人，我希望您今天能和我一样，有一个愉快的心情。”柏林脸色黑如锅底：“根据帝国法案规定，任何人如果危害到陛下以及王后的人身安全，都将以叛国罪论处。”林栋梁放出宝利被俘画面，柏林冷笑了一声：“就算宝利是艾弗里欧学院的首席，也不能代表内阁，更何况……”他看了一眼末世里，秦向导还不是什么王后。“我记得我求婚的时候，夫人你也在场，可内阁到现在都没有承认。陛下，婚姻不是儿戏，您是不是太任性了点？”末世里嗤笑了一声：“那么你觉得谁才有权利决定我的婚姻？”柏林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在看到皇帝冰冷的眼神后没了言语：“内阁一向主张等级统治，那么就照你们那套规矩吧。想必你应该听闻过不少历史上的帝王为了宠妃昏庸暴政的事迹。”柏林瞬间脸色苍白，厉声道：“陛下，请注意您的身份。”“我的身份？”末世里轻蔑地笑了笑：“我的身份是皇帝，是神级哨兵，我对你们包括对这个帝国都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从即日起，撤销内阁一切军部活动，禁足柏林首相，查清是谁指使学院攻击王后飞船。”柏林几乎站立不稳，他惊恐地盯着年轻的帝王：“我会让内阁看到什么叫等级专政，如果我的王后少了一根汗毛，我都会让整个内阁永远不复存在。当然，内阁也可以尝试挑战我的权威，至于后果……”帝国君主冰冷的眼神直刺向摇摇欲坠的你，可不是你们能够承受得了的。王后的飞船正在等待皇室护卫队的支援。崔斯塔纳难得平静地跟陈潇谈话，陈潇决定晚上就前往蒂斯所在的星球。崔斯塔纳一副懒洋洋的表情：“飞船你开，路你赶，你问我干什么？都想好了还来问我？”陈潇侧过身子看着他：“我只是找个借口和我爱的人说说话。”美女将军顿时被撩得羞红了脸。秦云正在房间里擦拭着自己的高能炮，正埋头忙活着，传真机的两只眼睛突然亮起，接着哗啦哗啦吐出十米长的稿纸。秦云呆愣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又是他家粘人的皇帝陛下来信。“不要让自己受伤，给你加派了护卫队去，记得遇到麻烦要躲起来，别傻兮兮的冲在前面。每天都要想我，想得认真一点，
不要费力了事，程燕很想你，天天玩你做的水晶姑娘，真想让你看看她现在那副蠢样，要多傻就多傻。哼，今天我居然看见斯卡特在织围巾，他还嘴硬说是自己没办法控制体温，冬天要靠外物。 骗谁啊？围巾满大街都是，他不会买啊？织的那么丑，连栋梁会带才怪。怎么酸溜溜的？你冬天怕冷吗？围巾喜欢什么颜色的？自从柏林被禁服后，内阁的动作明显小了很多。皇帝说要查谁袭击王后的飞船，明显不只是说说而已。真要这么一层层抽丝剥茧下来，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内阁最终慌了起来，先是公开发表了声明支持皇帝大婚，紧跟着皇室又以续派人护送王后回娘家省亲的理由要回了斯塔特的兵权。等一切尘埃落定，柏林才在两天后终于被解除了禁军。陛下，这回您满意了吧？希望你能继续保持下去。夫人，等秦云回来后，婚礼会按计划举行，请给我的王后包一个大点的红包。毕竟一辈子就那么一次机会，被皇帝坑了一把的柏林差点气晕过去。秦云的飞船正在太空中平稳飞行。 宝莉自从被抓后，就只会一个劲的哭。秦云无奈了，表示他们不会拿他怎么样。宝莉边抽噎着边抹眼泪，我怎么可能还有脸回去？肯定被艾弗里欧开除了。那你可以去军部吗？你能力那么强，向岛军方一向很缺高级向导。宝莉却哭着摇下头。秦云实在看不下去他这不争气的样子，大声教训道：“你这样子才给艾弗里欧丢脸。身为向导首席，难道只会哭吗？”宝莉大概没想到对方会说出重话，整个人愣在当场。 秦云表情冷肃，国家可不想看到学院养出你这种废物。在战场上没有眼泪，失败了命就没了，懂吗？宝莉下意识做的端正起来，也不敢哭了，巴巴的瞅着对方，犹豫半晌才点了点头。秦云终于放缓了神色，他留下营养剂给宝莉，才一个人走了出去，气势不错。崔斯塔纳靠在门边，看到他出来笑了笑：“你在的呀，终于有皇后娘娘的架势了呀！”陛下果然调教有方，把你教的不错。崔斯塔纳赞扬有加，班拍了拍他的肩膀。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大家不要误会，小编不是在数羊。等数到1001只羊时，三人终于到达了科尔沁草原。到了地方才发现，他们想的太简单了，草原这么大，他们压根不知道毕斯在哪。陈潇亮出地图，建议分别去几个大的蒙古包找找。这时，秦云向想起什么，认真叮嘱道：“你们如果先找到他的话，千万不要叫他阿姨或者伯母。”崔斯塔纳和陈潇面面相觑，为什么？反正不能把他叫老。你以前也不叫他妈妈，当然不叫，他会杀了我。 陈潇好奇，那你叫他什么？秦云纠结了一会儿，才不情不愿地说：“小碧斯。”说完，顿觉羞耻度爆表。最先找到碧斯的是崔斯塔纳，女将军形容狼狈地在马屁股后面追了快1公里，才拦住了马背上的小碧斯。碧斯的身量娇小，骑在高头大马上，远看简直就像个半大点的孩子，脸上完全看不出年龄。帝国军服，我家小云宝来了。崔斯塔纳很想吐槽下这一家人取小名的尿性，不过还是忍住了。我马上叫他来啊！不，小碧斯大人。 他让你们叫我小碧斯的，碧斯皱着眉，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孩子长那么大了还淘气，崔斯塔纳心里一喜，刚想改口叫爱你，就又听对方淡定道：“乖，碧斯笑得和蔼可亲，叫姐姐就行了。”姐姐好。等秦云看到碧斯身后几百匹骏马的时候，表情真是要多精彩就有多精彩。你还真是千军万马来相会啊！多大年纪的人了，我走那年你遛马闪了腰的事不记得了，那都多久的事了？碧斯嘴硬埋怨：“你记那么牢干吗？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越活越回去啊？” 他向鲍小姑娘一样将自己的养母从马背上抱了下来。你长得太大了，碧斯撑着秦云的肩膀，一点都没小时候可爱。秦云翻了个白眼，那真是抱歉了，还老了，皮肤都没以前好，鱼尾纹都有。你够了喂？秦云严重怀疑碧斯平时是怎么遛这么多马的。散着养，有黑猪看着，黑猪是碧斯的精神系，一匹通体乌黑的阿拉伯马。他看向秦云，你看不见他了。 秦云的表情僵了僵，他没想这么快露馅。在战场上出了点事，我被注射了脑神经破坏剂。碧斯皱了皱眉，脸上却没有过于担心的神色，只是问了一句：“你这样多久了？”“一个多月了。”碧斯试探着发出一缕精神力，问秦云什么感觉。秦云疑惑：“什么什么感觉？”碧斯的表情微妙起来，他深深地看了一眼秦云，接着收回精神力，突然答非所问道：“听说你要结婚了？”秦云微愣，随即反应过来，脸瞬间爆红，承认：“是，是啊。” 碧斯却笑了起来，他温柔看向秦云，来吧，来和我说说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另一边，皇宫里，莫舍里正在低头批阅公文，被一旁巨龙身上水钻反射的光亮的黄眼。莫舍里怒了，去内室待着，你搁这太晃眼了。重燕幽怨般看了他一眼。
接着他愤愤地扭过身去，改用后脑勺对着皇帝，气得莫舍里将手中的笔捏断。这小崽子越来越不服管教了。巴金拿着一个精致的长方形礼盒，陛下，定制的礼服到了，您要看看先吗？秦云的礼服做得考究而精致，莫舍里将细节处认真检查了一遍，才稍稍露出满意的神色。他突然想到什么，问巴金，请柬都写了吗？写了大半了，这几天就能完成。莫舍里点了点头，给我几张，我来写。在帝都生活习惯的三人已经很久没享受过如此原始的夜晚。一望无垠的绿色草场，银白色的月光铺了满天满地，崔斯塔纳在温暖的火光下打起了瞌睡。陈潇伸手将他搂进了怀里，碧斯倒了一杯羊奶酒递给秦云，他对你好吗？秦云不知道怎么说，他酝酿了半天，想着自己第一次见莫舍里，皇帝陛下把他像体操球一样的往天上抛，虽然老是凶他，却从没有真的丢下过他。他们互相陪伴着，一步步走到现在，哪怕最终结果并不圆满，他也仍是莫舍里唯一的向导。碧斯观察着他的表情，轻轻地叹了口气，世界上也许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你与他一同面对苦难、失败或是苦楚，分享温暖、快乐以及幸福，度过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最后一辈子。秦云说不出话来，他只觉得心口酸胀饱满，数不清的情绪仿佛澎湃到要倾淌出来一般。我想你应该是找到这样的人了吧。碧斯表情温柔地回望着他。今天的地心阴雨连绵，一群白鸽从皇宫大门前飞过，巨龙有些寂寞地盯着鸟羽，帝国的皇帝在旁边陪着他。我知道你想他。莫舍里难得没有嘲笑重念这个样子，他伸出手用力地按了按龙马，眼神望向远方。我也想他。林栋梁在接到奥林匹斯的登陆申请时半天没有反应过来，斯卡特皱着眉，这时候来干嘛？我还以为埃塔星一役后他们和帝国算是彻底撕破脸。公主陛下即将大婚，他们打的是这个旗号。皇帝讽刺地笑了笑，不请自来，脸皮够厚。林栋梁为难道，要拒绝吗？没必要。莫舍里慢条斯理地说，表情亲密，他们既然敢来，我就没有理由不接，想到场子还得看他们够不够资格。秦云说要学骑马，把马牵来后，光是在那跟马儿大眼瞪小眼，碧斯受不了地看着他，你要骑马就快上，墨迹什么？秦云纠结了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不能骑马，这类生物。碧斯有些惊讶，你还记得？秦云莫名，记得什么？你八岁前的精神体。我有精神体。秦云激动得不禁大喊出声，大呼小叫什么？碧斯鄙视道，你都能成为神级哨兵的向导，再弱能弱到哪去？秦云哭死的心都有了，这算什么呀？他这几年低级向导都白当了呀。要知道低级向导跟高级向导的薪资可是一个天一个地。秦云欲哭无泪，感觉自己瞬间错失了好几个亿。30年前我曾在奥林匹斯的向导研究院任职，当时帝国还是赫鲁初期，奥林匹斯也并未自成联盟，但他们那会早已野心勃勃，神级向导计划。碧斯叹了口气，表情凝重起来，不止哨兵基因复制克隆还有结合，我每天做的就是这样的实验。他温柔看向秦云，如果说哨兵是人类的智慧，那么向导则是人类的慈悲。你的意思是哨兵可以通过基因复制或者克隆的手段培育出更高级吗？没错，伊萨王室的基因就是通过一代代的复制和克隆才能传承延续至今。虽然神级哨兵珍贵稀有，却也一样存在因为基因不稳定而造成的能力的不完整问题。人类的智慧所无法企及的高度，那就是进化的本身。碧斯深吸了一口气，他似乎陷入了回忆，目光沉痛而悲伤。奥林匹斯尝试用相同的办法培育出完美的神级向导基因，但始终没有成功过。神级基因的相容率甚至不到 50%， 培育出的克隆体根本无法与神级哨兵相比。秦云没有说话，他抚摸着身边骏马的鬃毛，抬头看着碧斯，也就是说神级向导真的不可能存在了吗？不，并不是这样。碧斯低头，他深深地看着秦云的眼睛。奥林匹斯追求的是错误的进化方式，但奇迹和希望却往往是在意外中降临的。秦云似乎不是很明白，他还想再问时却被碧斯打断了，等你新婚之夜时你就明白了。秦云一脸懵逼，所以为什么要等到那时候？碧斯却笑了起来，他牛头不对马嘴地答了句，年轻人嘛，干柴烈火，冲动一点都是应该的，好好享受就行了。奥林匹斯的舰队抵达帝国皇宫附近时，并未得到应有的迎接，对方的公关大臣布鲁脸色阴郁，巴金笑得优雅含蓄，非常抱歉，陛下挑选婚礼场地忘了时间，只好我来接各位了。布鲁皮笑肉不笑地哼了一声，新婚吗？当然理解，只不过我听闻王后是个普通人，帝后情深。巴金脸上的笑容淡了些，是不是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是没有什么关系。布鲁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不过莫舍里陛下可不是普通人，最近他心情还好吗？巴金脸上已经没了笑意，他刚想反驳，就看见从飞行器上下来一群人，其中一个从头到脚披了条白色兜帽披风。布鲁立马神色恭敬地迎了上去，凯尔殿下您怎么来了？接着就见那白袍人附在布鲁耳边说了什么，后者转过身，神情倨傲地望向巴金，凯尔殿下想单独见一面皇帝，麻烦您传个口信，就说神级向导想为陛下做一次思维疏导，还望陛下能够赏脸。神级向导？
莫舍里眯着眼重复了一遍，他们是这么说的。巴金点了点头。林栋梁深深皱眉，虽然一直有传奥林匹斯拥有神级基因，但调查下来不是始终克隆不成功吗？莫舍里的表情冷漠，露了个嘲讽的笑容。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不去见下岂不可惜？布鲁在走廊上看见大步走来的皇帝陛下时，竟被对方的威压震得差点跪倒在地上。莫舍里抬了抬下寒，冷冷的示意道：“开门。”巴金弯腰行礼，他越过僵直站立的布鲁，拉开了会客室的门。凯尔站在窗边，他听到动静才转过身来。莫舍里静静地看着对方，在看清楚对方面孔的一瞬间，跟在身后的巴金猛地抽了口气。莫舍里的脸色冰冷如寒霜。凯尔笑了笑，他与莫舍里正好相反，右半边脸上戴着一副银质的面具。陛下，您有一只漂亮又威武的龙吗？午后的阳光暖人，秦云坐在草堆上，迷迷糊糊地想睡觉。通讯器滴的一声，原来是莫舍里发来的结婚请柬。莫舍里的字迹比第一次看到的进步实在太多，他在扉页写了碧斯的名字，莫了交代了一句，请把请柬转交给你养母，我等你回来。秦云看着请柬，此刻莫名的特别想念傲娇的皇帝陛下。皇宫里，凯尔说完话后，眼神直勾勾地望着重燕。重燕今天身上并没有贴水钻，所以刚被人点名的时候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待知道凯尔是在说他时，满脸戒备。不用觉得被冒犯，凯尔开始发出自己的精神力，直直伸向巨龙的脑袋。重燕在对方思维触手接近的一瞬间突然怒吼了一声，不要用你的脏手碰他。莫舍里冷冷地斜睨着对方那张萧似秦云的脸，他的神情厌恶，从哪来就滚回哪去，不要再让我看到你。凯尔收回了思维触手，并没有露出尴尬的表情。我并没有其他意思，陛下，同样身为神级，我想你也需要。莫舍里冷冷地打断他，我不需要，你也根本不是什么神级，一个残次品而已。皇帝陛下嘲讽地嗤笑了一声，没有资格和我讲话。得知秦云要走的时候，碧斯满脸都恨不得写着重色轻母，有了老婆忘了娘。秦云递上了请柬，你要和我一起回去参加婚礼。碧斯表情秒转晴，这是莫舍里亲自准备的，他就喜欢那些华华丽丽可爱的东西。虽然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来，崔斯塔纳心情糟糕的在和林栋梁视频。你们就让他们这么待下来了，把他们轰走啊。林栋梁无奈，和平缔约还是有效的，正常的国事访问我们并没有权利干预，这哪里正常了。崔斯塔纳咬牙，送个神级过来是想干嘛？欺负我们秦云没有向导能力，那个凯尔还想当王后。林栋梁被他逗笑了，你冷静点，陛下当然不可能跟他怎么样。斯卡特已经去查了，奥林匹斯对于神级向导的基因克隆研究一向执着，这么多年来首次出现神级基因融合率超过 80% 的向导，可以说已经算是奇迹了。崔斯塔纳皱眉， 80% 这么高？林栋梁点了点头，如果赫鲁陛下还在，他大概真的能成为帝国的王后。可惜现在执政的是殿下，谁都知道赫鲁陛下的神级基因融合率只有 65%。 近几十年来，伊萨皇室的神级基因血统都在退化，一代代的复制导致哨兵的融合几率都在 80% 以下。直到末世里的出生，赫鲁瞒着所有人用初代神级哨兵的基因复制出了自己的儿子，但因为血统的关系，末世里仍是无法 100% 的复制，基因反噬甚至导致末世里的一只眼睛变成了龙眼。另一边，末世里冷冷地盯着面前的冒牌，你只是一个融合率刚到 80% 的残次品，你连所谓的神级精神体都没有。凯尔缓缓摘下面具，陛下，可毕竟我与您是平等，您的龙也只有我能看得见，不是吗？您身边现在并没有合适的向导。凯尔有信心莫舍里会接受他，毕竟神级少之又少，您也不希望有一天会被狂躁反噬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吧。呵呵，莫舍里满脸的讽刺，那你就试试看看你的精神力能不能疏导我的意识云。陈潇在得知奥林匹斯派来了神级向导后，第一反应则是，不会百分百匹配吧？向导一勾引，我们陛下再一回应，当众发结核热怎么办？话没说完就吃了崔斯塔那一拳。不会说话的话可以闭嘴吗？一旁的秦云却沉默无声。陈潇瞪着他，我的担心完全是有必要的好吗？哨兵和向导最开始就是天性吸引了。崔斯塔那还想再骂他，就听见咔嚓一声，秦云装好了一架高能炮枪，轻松握在手上。崔斯塔那一把抱住陈潇，飞快退后了一米。秦云，冷静。秦云一脸莫名其妙。我只是打算拿到飞船上去，今晚就出发不是吗？秦云在回程的路上心情并不轻松，他与林栋梁视频沟通了一次。放心吧，就算是神级也不是能随便疏导陛下的，对方虽然动手了但并没有成功。陛下他没事吧？我刚刚通讯器找他，他没接。林栋梁赶紧解释，陛下正跟斯卡特开会，还让秦云不用担心，凯尔的精神力并没有强到能够伤害到陛下。秦云总觉得对方似乎有什么事瞒着自己，只能再次重复了一遍，我明天下午就能到了，别忘了告诉他。林栋梁笑着答了句，等对方关了视频才转过身来。他担忧地看着皇帝陛下，陛下，您的意识云被破坏得不轻，秦云不可能发现不了。莫舍里脸色苍白，和向导不同，哨兵并没有强悍的精神力，他们的意识云竖起的壁垒虽然能一定程度上的防御向导的精神攻击，但遇到同等级时简直就是对大脑的折磨。
没关系。莫舍里语气清淡，他看不见重彦。至于我，可以请化妆师来。在看不见的意识空间里，重彦奄奄一息地卧倒在地上，巨龙的双翼伤痕累累，全身上下布满恐怖的血迹。飞船在第二天中午就抵达了港口。秦云下船时还在跟小碧斯闲谈，突然发现莫舍里站在前面，秦云忍不住一个箭步冲上前。莫舍里张开手臂，牢牢地接他入怀，两人抱了许久，直到跟在秦云身后的碧斯忍不住出声道：“嗨嗨，行了，但你们也好歹注意下场合。”秦云才有些不好意思地松开莫舍里，啊哈哈，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养母碧斯。碧斯优雅地行了个屈膝礼，他看向自己的准女婿，很高兴见到您，陛下，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莫舍里微微弯腰，他执起碧斯的手，吻了吻对方的手臂。您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年轻美丽。碧斯笑得眼角皱纹都快出来了。哎呀，陛下真会说话，跟小云宝完全不一样了。秦云简直哭笑不得，他仔细打量了一遍莫舍里的脸色，虽然没有发现异样，但总觉得有些奇怪。突然他把皇帝的脸扳正，有些焦急，你化妆了吗？怎么肤色这么不自然？皇帝此时已隐隐有种不妙的感觉，于是他赶紧想尽办法堵住小向导的嘴。目睹全过程的吃瓜群众小碧斯不禁感叹，啧啧，现在的年轻人啊。等送小碧斯先去休息后，秦云终于恢复正经脸，他抱起双手盯着莫舍里的眼睛质问，现在轮到你好好解释到底怎么回事了。皇帝陛下一脸装乖样，正想编几个借口搪塞过去，却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陛下您怎么在这边？莫舍里的表情阴沉，他没想到凯尔居然恢复速度也不慢，竟然还有力气来找麻烦。秦云看到凯尔的脸时明显愣了愣，莫舍里看着凯尔那只正常的眼睛慢慢变成金色时就知道大事不妙，他焦急地喊了声秦云，还不及采取行动，秦云就先一步跨到了敌人面前。凯尔惊讶出声，你怎么？结果话没说完就被秦云狠狠揍了一拳，打翻在了地上。凯尔此刻只剩个懵逼脸，精神攻击怎么对你不起作用？秦云从空间钮中放出高能炮枪，他居高临下地看着躺在地上半天都爬不起来的向导，冷冷的，听说你想疏导我的哨兵。随即咔嚓上膛，秦云将枪口重重地抵着神机向导的脑袋，声音冷酷，带着你们的人滚回奥林匹斯。巴金老管家满脸笑容地送走了奥林匹斯的船舰，凯尔灰溜溜地被人扶着上了飞船。等老管家回到皇宫时，咱们的准王后正抱着胳膊，神情严肃地盯着皇帝陛下，受伤了为什么不告诉我？皇帝大概平生第一次如此狼狈，只是小伤，过几天就好。老管家急得想提醒一下自家赏君主，这个时候嘴硬可不是什么好选择。果然准王后叹了口气，那等你伤好后再举行婚礼。秦云转过身不再看莫舍里，今晚我自己睡，不准跟上来。皇帝一脸震惊地盯着秦云的背影，他有些不可思议地问巴金，他这是生我气了？巴金很为难，我想是的，他居然敢生我气。皇帝不爽地哼了一声，他脸色难看地转身就走，结果没走几步就停下来，别扭着嘴里哼哼道，算了，我去哄哄。秦云看着站在客房门口的皇帝陛下并没有让开的意思，他抱着胳膊靠在门上，知道错在哪了吗？莫舍里当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僵着脸纠结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秦云长叹一口气，就算失去了向导能力，我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不是只有你想保护我，我也想成为你的依靠。莫舍里却突然有些急躁，那就马上结婚，不能等，结了婚我就依靠你。秦云乐了，你懂我指的依靠是什么？我懂。莫舍里认真地看着他，我会相信你，尊重你，珍惜你，一辈子好好爱你。你这才不是依靠，是告白，太犯规了。莫舍里并不辩解，他突然上前给小向导来了个贴贴，嘴里含糊不清的嘟囔，明天就结婚吧。全宇宙从来没有一天像今天这么热闹，户外大屏到处都是直播帝后婚礼盛世庆典，无与伦比，真爱无敌的醒目标题，皇宫里一片鸡飞狗跳。巴金指挥着十几个管家准备婚礼要用的东西，我们的准王后此刻正跟自己的领带搏斗，她紧张的双手都在发抖。沈卓凡来的时候，秦云如获救星，快来帮我弄弄宝石家披风小马甲。哎，我袜子呢？沈卓凡不由汗颜，你这哪有结婚的样子？秦云都快哭了，我昨晚还和夕照说让他再等几天再等几天，他偏不肯，我一晚上没睡好，紧张得每时每刻都想上厕所。沈卓凡不禁无礼，你坐下，我帮你先把头发梳了。梳头梳到一半的时候，莫舍里进来了，他穿着最高规格的新郎制服，英俊帅气的模样让秦云看呆了眼。沈卓凡恭敬地向皇帝行礼，陛下。莫舍里微微点头，接着看向自己的向导，礼服会穿吗？秦云尴尬地硬着头皮，马马虎虎啊。沈卓凡忍俊不禁，他利落地给好友梳好了头，止不住笑意地交代，我去前面忙了，剩下的就让陛下帮你吧。等人走后，皇帝陛下默默伸出手，来吧，接着领结坠饰纽扣。莫舍里认真地给准伴侣一一戴上，不用紧张。莫舍里将人拉到华贵的镜子前，他在对方的身后轻轻说了句，我在你身边。秦云张了张嘴，我怕等下戴戒指的时候哆嗦怎么办，会有多少人看啊？皇帝陛下的表情有些微妙，实况转播全宇宙大概都能看到。秦云顿时觉得更紧张了，
这么多人看我，要是紧张的摔一跤怎么办？内阁他们会捣乱吗？要不要我把高能炮背上？莫舍里简直要被某人可爱到。我会扶着你不让你摔跤。内阁那边斯卡特已经盯着了，也不会捣乱。至于那么多人看的问题，我觉得那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最起码这么多人都看到你嫁给了，以后就算想离婚也不容易。秦云微红了脸，撇撇嘴：“彼此彼此，你以后也别想找小三了。”此时巴金来敲门：“陛下，时间到了。”婚礼终于来到最后一个环节，帝后交换戒指，碧丝拖着一对银光闪耀的婚戒，皇帝陛下拿起属于王后的那颗，轻轻直起准王后颤抖的手，白金的指环被顺利套进了秦云的无名指。轮到你给我戴了。莫舍里满脸笑意地望着秦云，秦云根本控制不住一直哆嗦，套了几次戒指都没给皇帝陛下套上，对方的脸黑了一层，最后忍无可忍，一把抢过，自己将指头塞了进去，接着二话不说抬起对方的下巴来了个深度贴贴。崔斯塔纳在台下欢快地带头吹起了口哨，这可是全宇宙直播呀，陛下，别让王后殿下下不了台。秦云的脸胀得通红，莫舍里半天才放开他。克里斯的锦标记已经研制好了，今晚我们可以试试。晚上举行的喜宴邀请的只有秦云和皇帝的亲友，莫舍里嫌他们太吵，一整晚的表情都很臭。亚瑟不禁调侃他：“别太心急，明天开始你就能放婚假了。时间这么长，随便你们折腾。你还有信息素抑制剂了吗？”“有啊，怎么了？”“我用一支结合热药剂跟你换，你把你身上所有的信息素抑制剂都给我。”亚瑟沉默了：“你今晚打算做多？”莫舍里没有正面回答：“多备点总是好的，我不能伤到他，而且我也怕自己控制不住。”亚瑟一副秒懂的表情拍了拍莫舍里的肩膀：“我懂得，当了这么多年的处男也真是辛苦你了。”纯白的月光洒进皇宫中，秦云喝得有些多，刘海细碎的贴在额上，双眼亮晶晶的看着莫舍里笑：“你刚刚和加西亚公爵说什么？”他解开了领结，将领口敞开一点：“我刚刷了宇宙818，视频和照片拍的都不错，就是我有点傻，太紧张都忘记笑了。”莫舍里微眯着眼，流连在他露出的锁骨附近：“你不用对着别人笑，想不到我们真的结婚了呀。”秦云感叹，他伸出手晃了晃无名指上的戒指，结果半空中被皇帝握在了掌心里。莫舍里与他十指相扣，口吻不屑道：“不结婚还能干吗？我说过会给你这个国家一半的主权。”秦云笑了一声，他半开玩笑道：“除了这个你还能给我什么？”“还能给你很多。”莫舍里拉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附近：“我所有的爱以及全部的生命。”秦云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只觉得自己的手似乎能够触碰到莫舍里火热的跳动的心脏，温度滚烫，仿佛灼伤了掌心。好了，至于接下来的画面能放出来的不多，大家去原漫画观看吧，小编这里就不多说了。我爱你，西城。这是秦云的意识流幻境。莫舍里醒来的时候，秦云仍然睡着，裹着被子躺在他的怀里。皇帝抬起头望向床边，雪白的独角兽安静地趴在地上，羽翼平铺在身体两侧。莫舍里赤脚走到他面前，轻轻地蹲了下来，金色的鬃毛被皇帝温柔地捻在指尖。莫舍里伸手小心翼翼地抚上独角兽前额的螺旋角，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好了，接下来就是秦云发底的过程，小编就不多说了，大家自己去看吧。”总之最后皇帝陛下完成了最终标记，对着他的向导霸气宣誓：“最终标记后你就只能是我，永远都不能离开我。”睡到快傍晚的时候，两人才醒过来。秦云迷糊间感觉自己的意识云好像跟什么连接了，顺着精神力丝线，他才惊讶地发现躺在床边的独角兽：“这是你的精神体。”莫舍里替小娇妻做出解答，童燕在莫舍里的意识空间里闹腾得不行，下一秒莫舍里将巨龙放了出来。秦云的独角兽对虫燕的出现只轻轻地掀了掀眼皮，虫燕一看到独角兽两眼发光，激动地围着独角兽转圈圈。巨龙因为太激动留下了一大坨哈喇子，
碧斯是第二个得知秦云恢复向导能力的人，他看到独角兽时似乎毫不意外，他和你一样也长大了，你还记得八岁前他跟着你在牧场上到处跑吗？秦云恍然，我都想起来了。碧斯笑了笑，神级可以自我催眠，我只是教了你过程而已，解除方法则是只有靠同等级的哨兵用意识云打破禁止。他顿了顿，狡黠道，换句话说就是逼着你走。秦云的脸瞬间爆红，一旁的皇帝陛下将手搭在他肩膀上，一脸得意的笑，看来以后得多疼疼你。重彦一眨不眨地望着身旁的独角兽，他似乎害羞得很，总是用翅膀遮着脸，但又忍不住偷偷露出眼睛来看独角兽的反应。后者则始终平静如常，偶尔扇动几下脊背上雪白的羽翼。碧蓝的眼瞳温柔地注视着黑色的巨龙，巨龙突然半蹲起，抖了抖翅膀，噼里啪啦掉下一堆水钻挂件。他将那些挂件推到对方面前，最后独角兽只一脸无语的表情，回望着这头憨憨龙。林栋梁在看到秦云的独角兽时，半天说不出话来。怪不得当时我和崔斯塔纳都无法治愈你的脑神经，你根本就不是低级向导啊！神级有强悍的自我修复功能，更何况你从八岁开始养精蓄锐到现在，一只破坏剂根本无法摧毁你全部的精神力。秦云神色暗了下，其实还是有影响的。他抚摸着独角兽的前额，他短时间内还没有飞行的能力，翅膀有点萎缩，现在正在恢复。林栋梁安慰道：“没事了，这也算因祸得福了。不过我们都看得到你的精神体。”是不是说明你的神级基因融合度要比陛下高？我也不知道。秦云皱着眉，如果我也是基因复制的话，是谁复制？你不是什么基因复制。碧斯打断他，众人纷纷看去，当然也不是什么克隆。奥林匹斯之所以无法研究出成功的神级向导，就是因为他们以为向导和哨兵一样，能够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基因进化，最终融合或者复制出新的神级向导。在哨兵的保卫下，人类终于得以幸存。但随之而来的基因缺陷却导致人口急速锐减，直至第一例向导的自然诞生。斯卡特轻声背诵道，哨兵与向导的史诗，三年级教科书上写的。碧斯笑了笑，没错，历史拥有着最真实的眼睛。他看向秦云，你是自然进化选择的最终结果，整整一百多年了，人类的进化终于又画出了一个完美的句点。月光下的小夫妇正进行一波感情交流，秦云推开热力十足的皇帝陛下，别闹，你精力太旺盛了吧。皇帝显然对自己向导的情调不抱任何希望，于是只能转移了话题。你精神体的名字想好了吗？还要想名字吗？不然你要叫他什么？秦云想了想，独角兽吗？角角好了。木舍里无语，你认真的吗？秦云没觉得什么不妥，我们那边都是这样起名的，比如叫你的话会叫，你别想叫我默默。木舍里咬牙道，这么蠢的名字亏你想得出来。秦云无奈妥协，语气中带点哄人的意味，好吧，那你来取，都听你的好不？莫舍里怀疑地看了他一眼，真的啦，你取，叫什么我都行。莫舍里脸色终于好了一些，认真想了许久才答道，叫伊什塔尔。秦云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伊什么？伊什塔尔，古地球巴比伦的自然与丰收女神，名字的意思是星辰。秦云默了默，虽然我觉得你历史学得很好，但他是个男孩子。莫舍里不爽，你不是说都听我的吗？秦云一脸无奈看着暴躁的男人，行行行，你说了算。这天阳光明媚，一家四口在花园里散步。秦云喊了声伊什塔尔，独角兽微微昂起脖子，湛蓝的眼瞳远远注视着他，接着慢悠悠的小跑向他家主。秦云有些小尴尬，看来两者之间的亲密度还得慢慢恢复。过来，伊什塔尔，莫舍里平静的呼唤。秦云惊讶的看着自己的精神体展开了双翼，如滑翔一般，几个起落停在了莫舍里的面前。伊什塔尔低下头，温驯的让皇帝抚摸着他的脸，乖孩子。秦云有些吃味，他都不搭理我。莫舍里看着秦云挑了挑眉，他会过来是因为你想来我的身边。秦云反应过来，后脸就红了，手足无措的结巴道，那什么。莫舍里突然打断他，我也一样。皇帝面无表情的说着情话，重彦爱你爱得要死要活，你以为是因为什么？